谢谢晴天的玫瑰 ，Hello。微笑。身体还好吗？好很多了。嗯，看看，感冒了没有？没有，不是感冒，应该算肠胃炎吧。严格来说，应该是肠胃炎，算感冒吗？谢谢柠檬的可爱海龟，新的啊，这是新的礼物。那我今天底都没上，直接黑了一阶，有没有发现？是我原生的肤色，原生的肤色。嗨，身体好点了吗？好一点了，谢谢你们的关心。浩一晚安。身体听起来还是不太好，还可以，还可以。就是我不知道哎，我已经昏睡了18个小时，然后我还是觉得好累哦。我真的没办法，我起来中间我起来一下。结果我发现，还是好累，我就继续睡了。昏睡，不知道怎么回事。看看哦，有人吃太多了哦，有人吃太多，应该有可能哦，有可能。但是我已经很省着吃了，因为榴莲不是那种像苹果一样吃几颗都不会有负担的水果。榴莲我可能顶多一次吃那要怎么算，一半两半，算两半吧，两三半左右，但也不算超量啊，而且吃太多会变胖。嗨嗨弟弟，弟弟说嗨姐姐你还好吗？我很好哦，你看我还可以直播，头好壮壮的，不用担心。温温晚安呢，身体是否安好？好了，上次是礼拜三发的，对，现在已经礼拜天了，好几天了耶。其实一二三四，礼拜四天，然后因为我上周三没有直播嘛，礼拜三是7月28号，结果呢很不巧的7月29号是黑流星的生日，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只能唱只能来一个迟来的祝福，不能提早。黑流星在吗？七月的最后生日的就是你了。Hello， 黑流星 ，Hello， 黑流星，我在说你呢。我发现我今天皮肤颜色看起来比较暗沉一点。啊，睡了18个小时，整个看起来很像骷髅。熊妹唱的《欧若拉》，你给几分？谢谢傅伟的爱的小熊，我给超过100分，好不好？我们给他一点。那个鼓励，爱的鼓励，让他以后多唱点歌。看看哦。佳作晚安，我佳作，佳作 ，Hello， 佳作。那么刚刚好，你没事吧？我好很多，四天能不好吗？四天，谢谢你们的关心。没事就好啦，哇！你们今天满满的关心，我都觉得好生疏呢。平常都是满满的呛虾，还敢一直吃榴莲呐、啊？没有，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放什么图片，因为你知道，平常如果没有化妆的话，自拍很少，我就只好放一些平常发的一些。哦，我自己是有个习惯，我吃饭前、吃东西前都一定会拍那个食物，我没有说要上传，只是记录。可能因为我平常比较常翻相簿里面的一些内容。往前翻啊，这天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就用那个食物来认那天做了什么事情，这样，所以我大概可以知道说我榴莲是哪天到货的。谢谢黑流星的文手礼。米嘎喽说，
怀念被呛的时光吗？好像蛮怀念的，毕竟上周等于就是都没直播嘛，礼拜天又是一个周 一周的结束了，所以就好像上周什么事情没做的感觉，原来就是直播啊。我觉得好吧，我觉得好皮肤好暗淡，我平常在路上就是这样子戴着口罩，就是 不擦任何东西那种，不然会长痘痘。哎呀，洛梨，谢谢洛梨的星辰。我突然想到洛梨跟蛋挞，我上次忘了，上周忘了帮你们点口味，对不对？好，我真的忘记，我那时候一直嚷嚷着，我要帮你们取名字，结果到下播那一刻，我还是忘记这件事情，真的是记忆力有待加强。你想想看，我现在就开始取，不然到时候我又忘记，然后你们又拍谁提醒我？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拍谁提醒我，好不好？刚刚是洛梨，对不对？洛梨我要加，我的那个冰箱还有一颗洛梨。今天也是四个小时，没有，今天两个小时，今天两个小时，怎么可能一次播四个小时？那也太困难了。对，我说我的冰箱里还有一颗洛梨，还没有剖开来，就是只有一颗，不知道为什么是一颗。那时候在超市看到一颗洛梨，就让我想到洛梨耶，买一颗好了。我要叫这次什么口味呢？这次是啤酒洛梨。谢谢阿拉，阿拉来了，谢谢阿拉的幸运草。啤酒洛梨怎么样？啤酒洛梨听起来很棒，不知道，我们来做个实验好了，我把那一颗洛梨剖开来，然后上面放啤酒。直播可以放啤酒吗？不行，不然我就偷偷做这个实验，看他们混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感觉好像会冒泡，对不对？是不是？这算科学实验吧？好吧，啤酒洛梨。蛋挞的话是什么呢？去皮蛋挞。把那边外面那层那个叫什么酥皮去掉，变去皮蛋挞，只有剩那个心。去皮蛋挞，好猎奇哦！去皮蛋挞，好。谢谢洛梨的一封信跟弟弟的 kiss。好，什么米家乐 ？Hello， 失业字，你干嘛？你又改名字了？失业字 B 兔。谢谢，剑骨今天很早哦，谢谢剑骨的应援棒跟洛梨的应援棒。对啊，剑骨今天好早，平常都中场时间来。你有看到熊妹唱的欧若拉？我有看到你传给我唱，她唱的欧若拉，对不对？嗡嗡，惊叹号 ，Hello 小梁，嗨。T 恤啊，想说没打光，感觉有点晒黑，没有，这是我原生肤色。我之前呢，在有一阵子，应该说之前，我都会上白色的粉。白色粉不是白色的粉，上粉底，上气垫粉饼，就是这样压一压，就上直播。那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回到我原本，你还记得吗？你们还记得我以前早期妹妹头的时候直播，我都是不擦任何东西的，看起来就是这么黑，就是跟现在一样黑。好，回归原生的肤色，小麦肌。我会不会越走越欧美啊？风格啊？我调一下好了，让它看起来白一些。我是真的有想过要走欧美风格，但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团里的那个形象，对不对？这样我们好一些，好一些，好一点，好一点，有稍微曝光一点，对不对？谢谢洛，洛梨来了，洛梨你又换了名字，你换了刚刚我说的啤酒洛梨，你现在换了，那下次我换什么？下次给你下周的，下周我有两次直播，对，我有两次直播，礼拜几啊？礼拜三跟礼拜，我忘记我到底填了礼拜几，下次叫什么？下次发泡洛梨饮。洛梨发泡饮，发泡洛梨听起来很棒吧，很清凉吧？这个嗡嗡竟然知道什么？我现在又留言延迟了，是不是？米嘉乐说，难不成嗡嗡真的在群里？没有，我没有在群里。你是说什么 Line 跟 D 什么 Discord 没有？我没有在里面。Discord 我有偷偷的潜在里面，然后 Line 没有。我不进去的话，我又要被 ban 了。刚是谁送我礼物的？我刚刚在讲话，没有办法看不到刚刚是谁送的。Sorry， 黑色背景的那个粉丝嘛，对不对？优喜吗？嗨，谢谢优喜的行李箱，就是优喜，你好。优喜是新朋友吗？还是你换名字？这边有很多很多人擅长换名字。
谢谢王鹏鹏，喂，鹏鹏也是新朋友，鹏鹏的玫瑰，哦，米嘎罗，谢谢米嘎罗的掌声鼓励，拍拍手，米嘎罗，坤坤安安，哎，陈恩来了，陈恩，谢谢陈恩的玫瑰，是不是我开这个时间比较 OK 啊？假日对不对？你们不用上班。谢谢柠檬的星辰，柠檬儿，对，我觉得应该是不用上班的关系，今天人好多。嗯，谢谢，哎，西恩也来了，西恩好久没看到你了，谢谢西恩的姻缘棒。你身体有比较好吗？有好很多，好很多。不过我昏睡好久，刚刚在早大概刚开始的时候，我说我昏睡了18个小时，我细算一下，18个小时没错，好恐怖哦。Hello， 乐乐，嗨，乐乐，晚安。还有勾扎比，哎，勾扎比很久没看到了哈。我回一下乐乐跟黑流星说没事没事，4天了，够休养。哎，我好像要在上面挂一个，我很好，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优喜的浪漫应援棒。优喜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到底？哎，毛毛来了，毛毛好久不见，毛毛最近好吗？毛毛，小杨说嗡嗡上次生日会很漂亮哦，直播都没什么哦，对，对我如果那天是上全妆的，但是还是被直播镜头吃掉了吗？素颜多恐怖，黑到南极去了，哎，南极好像也没有黑，黑到台南去了，黑到南南去了，每天晒太阳，哎，真的，我跟你说，这是原生肤色。我是黑肉底，非常的，这是原生的。好，我来吃个维他命 C 好了，来看等一下会不会稍微变白一些。我有时候都会吃这个来安慰一下自己，就发现根本没有用。好吧，继续吃，继续吃，还是总有一天可以看到效果的。稍微白，可能0.5G 也算白吧，对不对？嘿嘿嘿嘿嘿，哥，试一下。嗯，你是 M 体质吗？我是 M， 什么意思？你说 M 是 S 跟 M 的那个吗？这是可以谈吗？嗯，偶像是要被温柔对待的啊，大概只有家族会这样想。那偶像是有分什么王道偶像，什么搞笑偶像，就是他们各就是各有自己的形象。但我就比较不像偶像，所以他们就。这是我跟他们的相处方式啊，我觉得家族如果常来的话，应该就会习惯了，然后也渐渐变成你知道这样子的粉丝，好吧？我不介意，我真的不介意，我不介意的。阿翔说：“加油，练舞辛苦了。”练舞吗？练舞啊？对耶，这还是有表演，对不对 ？OK， 好，嗯，是还好，因为毕竟是都跳过的舞嘛，所以最近疫情的关系没办法群聚，后最近。最近有机会可以开始这样，我重新来一次。最近有机会可以开始回去练，我觉得很怀念，所以不觉得累。OK， 好，回这句话。小千说：“现在突然不知道要呛什么了，因为我今天看起来很正常，我还没有发疯吧？我等一下发疯，你们就会开始有这种熟悉感。”我放个音乐。刚醒，哎，我真的是刚醒，然后脑袋有胀胀的，天哪！嗯，如果 PP 举办睡觉比赛的话，我一定会拿第一名。希望 TP 可以听到我的心愿，办一个睡觉比赛。米嘉乐说：“哎，嗡嗡对于每周的定义是周日为第一天哦。哎，你这样想吗？礼拜天直接接礼拜一，如果你把礼拜一当成第一天的话，你就会觉得会觉得很劳累。可是如果呢，你礼拜天就有意识说，哎，已经要到下一周了，甚至你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开始要工作的天，礼拜天就是定义为工作日的话，你礼拜一就不会这么累。”大概是这样子，因为我每次只要过到礼拜一，不论明天有没有事情，我都会觉得
嗯，差不多了，礼拜天就是收假啊，不对，不是收假，是工作日，我已经要先让自己有心理准备了哦，要不然我真的很讨厌礼拜一。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真的很讨厌礼拜一，非常讨厌，很忧郁哎。今天忘记关飘，你们就是这样啊，常常时不时就飘一下，时不时就飘一下，然后久了之后大家就一起飘在那个荧幕上，我就没办法看你们的留言。小 TT 晚安，哎呦，小 TT 是新朋友哦，小 TT Hello Hello 欢迎。乐乐说，怎么可能一次播四个小时？这从你口中说出来，这是意外，不小心的。如果表定四个小时的话，就有点太久。可是如果是有弹性一个两个小时的话，我就大概给自己的加长一个小时。我没办法控制，有人太多的时候要把它回完了，对不对？古早味说，林一前辈八小时上班记不认真吗？认真，你是说他不小心就播了八个小时，是因为回留言吗？跟我一样回留言还是怎么样？到底怎么做到啊？小梁说，生日会的翁要好好化妆，差好多。哎，可是生日会大概也只有露脸五秒，之后我们就把口罩戴上了。所以你是刚直播的时候就进去直播间是吗？哇哦，恭喜你有看到平常化妆的我。那也没有差到很多，肤色而已吧，肤色。好，没关系。九蛋说不是，是因为林一前辈闲着，哈？他就这样放着，然后做自己的事情吗？还是就八个小时跟你们说八个小时？哇，这也太困难了，讲八个小时迟早声音会坏掉的，真的。洛璃，我要洛璃 ，www， 装可爱啊，洛璃。我的话会联想到什么食物？什么意思？小千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叫他说，虽然想看四小时，但翁还是多休息吧。下周开始就有啊，下周是几个小时啊？三，哎，差不多啦。其实如果不是表定四个小时，我自己也会加到四小时，所以下周开始就是两天直播，就是一周两天，然后礼拜三是固定，基本上礼拜三如果没有事情的话，礼拜三晚上还是固定时间，然后另外一天就是比较弹性的，可能礼拜天或礼拜一之类的，就是看那天有没有事情这样。放点乐，哦。芊芊 ，Hello， 芊芊是新哎、欸，今天好多生面孔，怎么会这样？生面孔 ，Hello， 芊芊，但我觉得留言延迟速度来说，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无视他们。放金牌啊，现在应景可以例外。嗯，我们刚刚在聊什么？我们在聊冬奥吗？没有吧？这次奥运不是有梗图吗？哎、欸，你们真的都有在看冬奥是不是？我发现成员很热衷于奥运赛事，谁飘？刚谁飘？我眼睛刚没有瞄着他，我很对不起。哎、欸，我真的没有看啊，我是认真没有看。我是想说，我对运动赛事不是这么热衷，不是这么热衷。但我还是偶尔会看一下，之前还是会看一下世足，如果有话会看，因为毕竟四年一次比较久，虽然奥运也蛮久的。但是我都会注意到梗图，我只看到后面那一句、欸，哎，刚是米加的飘的，对不对？学我们高中时把酒放在保温瓶，这也太恶了吧！那酒可以热吗？酒是可以热的吗？我是说啤酒啦，红酒好像可以热，对不对？可是酒，啤酒应该是不太能吧？还是有气泡的。哎 ，Ola B 来了，谢谢 Ola B 的掌声鼓励。你的头贴是什么？博美是不是？今晚我想来点金牌啊，金牌啤酒是不是？想说啤酒是不是 ？Hello， 草莓酱，草莓酱，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应该擦一口红，不然我觉得你要被我的素颜吓跑。More better， 好一些哦。谢谢小熊熊的玫瑰。哎呦，小熊熊是女孩子哎，怎么那么多生面孔啊？那这样我是不是不应该素颜的？谁来了？谁来了？
我放个背景音乐，它有点吸引我的注意。哎，我要放什么？对啊，我没有想到今天会这么多人哎、欸！啊，假日对不对？假日的关系呀，失算了，失算了，失算了。嗯，好。我想拿金牌，因为冰箱只剩18天，拜托，18天也好喝啊！我觉得18天比金牌好喝，比较甜一些。哎，这是可以谈的吗？建谷说：“默默来还是被点名？你哪有默默来？你送我礼物叫默默来，你不想被点名是不是？你有这特殊需求吗？那这样以后我看到你可以当没看到吗？这样不好吧？你会难过吧？毕竟你是每次直播都来的朋友。”摸摸自然的肤色，我喜欢。哎呀，谢谢晴天，晴天，我怎么样你都不嫌弃吧，对不对？是不是？你延迟好久，只好哎啊 ，Hello， 你来了。你今天没有直播？哎，你是昨天对不对啊？你昨天直播？我跟你说，我昨天，哇，昨天真的很累，你知道吗？我昨天几点回去？我昨天快10点才回去、欸，啊，好累啊，好累哦，好累哦。嗯嗯，熊妹想问你怎么唱高音，我可以教她，我可以在私底下跟她说，好不好？有问题可以问，有问题有唱歌问题，如果我可以帮的话，我就尽量帮大家，好不好？虽然我应该不是很会解释，我是属于感觉派的，不是属于学术派的。你今天有办法唱歌吗？黑流星说可以，黑流星可以。没有请我们等一下来帮你唱生日快乐歌，在节目的最后，节目。对齁，说到生日会，我想要再听，你要听哪一首？你要听哪一首？你想听我唱哪一首？安安点歌好不好？对齁，说到生日会，第二个游戏企划谁？第二个游戏谁企划？这个吗？这个不好说，不是成员啦，不是成员。我只能说工作人员非常热情的帮我们企划一个为我们哎、欸、我觉得是跟主题有关 Noise、欸、Noise You 嘛，是不是 Noise You 的主题，所以他才做了这个音乐游戏。好，刚好这样的肤色很适合嗡嗡，是不是小麦肌？但是我的粉底液啊，我不能露牌子，我的粉底液擦上去跟我肤色是一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直播上看起来就很白，好不好？真的上面还写Natural Rose， 非常的自然的颜色 ，OK。擦上去每次都还是变得好白，可是我看生人就不会，好不好？你们有看过我生人，应该就发现，哎，肤色看起来是没有到特别白。失重前幸福，我昨天想的，啊哈哈，你很夸张，对哦，对哦。不过你平常要我唱，我还是会唱给你听啊，因为你是安安，你要听是不是？好。宝贝开嗓哎、欸，可以吗？让我开嗓一下。记得被你抱得有多高？好，阿公吐痰的声音，我尽量好吧。没有开嗓，不知道唱起来什么感觉。虽然我唱过了，不过还是可以再唱一次。啊会彼此呵护。
声音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闷闷的？好，谢谢啤酒洛璃，谢谢安点的自动点幸福。自从记得当初遇到，我们没计算好，眼看着你把手下不包是什么？是你幻想美丽的飞翔，就像天使想爱的时光，我重重坠下才知道多少我们都会歌唱，时间差一点更好，慢一点不妙，美丽的是我，伤了你伤了我才学会彼此呵护，开嗓一下，我觉得不太妙，不太妙，需要多喝点水。哦、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好、哦，好，我等下来谢谢你们的奖励。我刚刚也稍微看了，用余光瞄到有人送礼物，等下一个一个喊。哦，谢谢洛璃的顾客评价一星。谢周家湾的周家湾是吧？周家的喜欢双姐，双姐喜欢爱心，谢谢老铁们，点个关注。台湾籍哦，小麦色很正常吧？哎，没有哦，我跟你说，台湾人很白，很多人都很白。谢谢佳作的掌声鼓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特别白，就是那种不知道哎，可能是我比较特别黑。不知道就是基因的问题吧，怎么样都白不了。但是我身边的台湾女生都很白，普遍很白，不知道为什么，基因吗？哦，我看看啊，哎，阿元来了，阿元晚安。失业自闭图说，反正晚上有表了，没关系，有表就有表了，什么意思？谢谢黑。我刚刚看着洛日一笑说黑。谢谢欧乐 B 的掌声鼓励，谢谢欧乐 B。 我需要开机一下，大概30分钟吧，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Yoshi 说想要听失重前行周家。取名字取成周家湾的粉丝一号，谁啊？这个一定水锤吧？怎么水锤会这么损？优喜是谁？优喜是谁啦？到底为什么会跟周家湾说一样的话？陈恩说，嗡嗡八月终于可以看公演了，虽然是线上。哎，线上有好处是他可以有机会可以 take 到，比如说你是在 center 刚好在唱你自己的 part 的时候，刚好有一个 take 超级近的。一个脸，哎，不错吧？是不是？你在那个叫什么乌梅看不到这样的画面，洛璃发笑的洛璃嘛？哎，好像也不错哎。洛璃，你改成发笑洛璃发笑影好了，这个感觉不错。乐乐说发泡听起来很炫泡嘛？我们觉得下次可以来实现一下洛璃的各种料理这样子。我看看哦，留言不见了。哎呦，谁？同名什么？怎么会有这礼物？等一下，洛璃，这礼物不是客制化的吗？怎么会这么难听？怎么会这么难听？
我开始语无伦次了，我傻眼欸，我真的傻眼，超难听的。谢谢，我还是要谢谢你。留言现在停在西恩这边，这个是我看到的最新最旧的留言，所以刚刚前面的留言有机会是被我忽略掉。比较白的粉底打到锁骨比较快嘛，这样我会没有锁骨欸，锁骨应该要打两条黑黑的那个修容。没人呛你就不习惯啊，显然就是 M。 欸，我不得不说，我好像虽然看起来平常是这种攻的形象，但我私底下蛮 M 的，有一点，有一点。今天比较哦，今天说摸摸比较像对象。谢谢杨公公的可爱海龟，欸，杨公公来了哈，杨公公。今天真的是一天不聊我会全身不受全身受不了，浑身不舒服，浑身不舒服，全身受不了。对，思涵说明天是小琴的生日，欸，有有有，我们昨天说有在讲这件事情，说8月2号是小琴的生日，他们有稍微庆生一下哦，我们有看到。谢谢，刚刚是谁送礼物？是谁刚刚送的海龟？谢谢柠檬的应援棒，应援棒，应援棒，那个应援棒看起来有点豪华。这礼物的钻石要求也是挺3388的哦，你是说他礼物要求要3388是不是？可是为什么那个名字看起来像客制化的？居然是有同这个字哎，同你七八是这样，超难听的耶。是吧？看你动作跟歌词都记得咯，有练习啊，大家有练习一定会记得。欸，怎么公演将近，怎么能不练习呢？对不对？我看，应该是没有妈妈的帽子，开关还没打。欸，帽子已经很久没出现了，西恩。西恩，你真的蛮久没来的，有一阵子没有帽子了。对，有一阵子没有了。在你之前还有一只羽苗。哎，羽喵前辈怎么了？你还是念出，没办法呀，不然我要说，哎，那个是礼物 ，OK， 礼物不是我出自于自愿说的哦，不要到时候又被剪那个剪成精华，断章取义，说我说这些脏话，哎，不行这样子，不行这样子，完整档的。先说熬夜比赛较可能吧，你说那个你们在讲冬奥吗？我刚刚讲冬奥是这样啊，比赛啊，睡觉比赛，熬夜比赛我可以赢，睡觉比赛也可以赢，好像是有前因后果的，对不对？小梁说还是八分音符再跟全部成员比一次，不可能啦！我跟你说，你们一定会发现，其实 TP 很多人的分贝是比我还要高的，我跟你说，这叫。游戏啊，你把他们潜在的能力给激发出来了。专属礼物？什么？有这种事情？那也太难听了吧！这一定是他自己把那个名字取成那样子的。我相信不可能礼物这么难听。先说，根据圣经，上帝花六天的时间创造世界，而在第七天，也就是安息日休息，这一天就被视为庆祝和休息。啊，我先想一下。哦，你说礼拜，所以照来说礼拜天是休息日是吗？所以国外的周末是只有礼拜天，然后礼拜六还是工作日，是不是？我是听说这样子的，以前早期的台湾好像也是这样子啊，说礼拜天，礼拜六也是工作，然后礼拜天唯一天是休息。可是我老实说，如果我是做六休一的那种员工的话，我应该会抓狂，我知道会抓狂，我是个非常重视休息的人，就是这礼物分类的确在。什么是克制哦？难怪，那一定那刚刚是谁送的？我刚刚忘记，那个一定是谁？那个水锤哦，我一定是想水锤就会送这礼物的，然后改成周家湾的粉丝要，一定也是水锤。7:25，现在44分说，说、哦、可以唱歌，可以唱歌，可以唱歌，回黑流星，致使星期日成为。一个星期中的第一天，哎，没有啊，我其实真的跟那个宗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纯粹是觉得说，我不想让礼拜一搞得这么黑暗，因为真正的礼拜一是真正的工作，礼拜天根本不用工作，但如果你抱着礼拜一是第一天的工作去工作的话，你就会觉得很 blue， 所以礼拜天我就会先收心了 ，OK， 然后你礼拜一就会觉得啊，反正好像是礼拜二，所以没什么差，对，大概是这样的感觉。转自维基百科，超级用心的。我以为是你在跟我就是分享你的经验，或是你从圣经上收到的资讯。好，
阿潘也拒绝了五小时，那真的很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那五小时不可能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是也有可能留言这么多，但你一直讲、持续讲五个小时，我相信你隔天一定沙哑哦。点个醒脑歌是不是？小千来哦，醒脑一下。行哦，行哦。好，行哦一下，我需要，我非常需要。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他要开始嘶吼了，他要开始嘶吼了。哎，钟晴，好久不见 ，Hello， 嗨。先说，那你跟竹竹是同一个逻辑，表定十一点半开播，就是什么没有哎，我已经。稍微改掉这坏习惯了，我以前好像蛮常这样子，十二点半就是延半个小时之类，现在顶多还是会迟到十分钟左右啦。啊、哦，不一样了，人家有同事，人家努力了，人家努力，不是是因为，然后我看看看过这留言，久违，对啊，钟晴最近忙什么？好久没看到你了，我已经将近一两个月没看到你了。因为那时防疫啊，是防疫期间播八个小时，不是这我真的不行，我大概播到一半就会睡着吧，睡着会被 shut down 哎、欸，不行。嘿，我看一下、哦，欧乐 B 为主播续费，哎呦，欧乐 B， 这么挺我，欧乐 B， 不要这么害羞嘛，不要这么害羞，续费一个月，啊，默默的不说话。嗯，下周开始播两，对，下周开始播两次。哎，那个直播表还没出来嘛，在官方，我可以先跟你们说，这个已经给出去的东西，所以没关系。反正是下周开始播两次，礼拜三固定，然后另外一天是看看我的行程表这样。先说八小时，大概四小时做自己的事，四小时跟粉丝聊天。你要想哎，四小时做自己的事情的话，你们不会觉得就是很。不知道怎么办吗？因为比如说主播可能在打自己的游戏，然后你们要干嘛？在下面留言聊天吗？哎，我是认真发问，认真发问。看看，今天要两个小时吗？对，我今天播两个小时。问需要这个不下，需要发泡品，差不多。哎，选。去看一下，在延迟啊！刚刚那个是谁？你家的是不是？那是你家的飘过去。哎，你们真的很会挑时间。我每次视线没有在荧幕上的时候，你们就刚好飘过去。我觉得你们干脆不要飘，反正我每一则留言都会看到。除非是谁来了干嘛的呢？有些好心人士会提醒你。我是生面孔。你是每一天都会看到的柠檬，我还没有看过你哪一次缺席耶。我要细数一下这个直播间，现在有频繁聊天或是潜水的也好，那些有被我念过来名念出来名字的人，几乎都没有缺席，我都觉得蛮神奇、蛮厉害的。你们很有毅力，比我还有毅力，你们鼓掌，给这边大家所有的观众鼓掌。尤其到底是不是周家湾啊？还是你是安安的妹妹？米嘎龙说我没在追奥运，但是我都会注意到梗图。对啊，最近板上什么 TTT 啊、D 卡板上都一堆啊，一堆奥运的文章跟图，有时候都会点进去看一下，可是还是不了解，就哦 OK， 应该是最近奥运的东西。钟晴说看足球吧，对，我就是看足球比较多。哎，吉米周 ，Hello， 吉米周，久不见，谢谢吉米周的人人鼓励。毕竟四年一次，多少看一下，也是啦。但我就比较后知后觉，可能冬奥结束之后，我才会想到啊，有冬奥这件事情哎，我是不是要来看一下？我很常这样。哦，小千说，我平常就会看体育、奥运、大拜拜这种活动，当然要看，因为你毕竟自己也是运动人吧？你自己是打棒球的，应该对体育这方面不管是什么赛事，应该都会有一些兴趣什么的。我看啊、哦，保温瓶也可以保，是吗？是吗？真的假的？我怎么记得保温瓶只有保温作用？你要买保冰的话，要买冰霸杯吧？就是它有一种冰霸杯，应该纯粹只是铁而已。我那时候看了一下冰霸杯，发现它只是一个铁，没有任何像保温瓶一样厚厚，好像里面有一些机关之类的东西。九蛋说：“可是今天高尔夫很精彩耶，
宙死赛打了四洞才分胜负，就我应该要看一下高尔夫是吗？哎，真的太多赛事，我不知道要挑哪个先看，你有没有推荐的吗？最近我们周家湾也是，周家湾也是追得非常的努力，用力的追冬奥，他都会跟成员们聊，那我都在旁边满头问号，我也想插新话题，我发现我不行，天哪，嗯。乐乐说，昨天羚羊夺金的时候，我的扑浪河道大爆。哎，扑浪，你是那个吗？偷偷说还是在自己的扑浪上看？这样的话，我就打乐乐亮羚，查一下有没有这个 ID， 然后看一下你的扑浪上面有没有发一些东西。等等看羽毛球呀，我点了金牌，还在等小。那我是不是等一下要照一下炸鸡跟啤酒，然后来看一下奥运，是不是？才有点参与感啊，好烦哦！我是不是应该要这么做的？翁同翻滚吧，翁同勋谁啦？这到底是谁？一定是水锤。周家湾不见了，所以应该是水锤，对不对？周家湾一号粉丝一号，清酒不就可以？对，清酒可以，但是我没有听过人家啤酒在热的。我喝过热的清酒，感觉还不错。不过清酒本身有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酒精味吗？工业酒精的味道，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我觉得温的可能好一点。哟安安一起看，哎呀你还在几点的几点的几点，你告诉我去看一下，我就是去看一下，就至少应该可以了解一下你们在说哪一个人哪一个人。8:20，8:20，那我不就还在播啊？我播到9点哎、欸，很尴尬，怎么办？我要跟你们一起见证这个赛事的过程，是不是？嗯，恭喜志凯，志凯啊，你喜欢志凯是不是？等我还有刺激的百米局，几点啊？是不是在最近的时候？最近的时候是什么？最可能8点之类的。可能7分钟之后就有百米赛跑了，可以看一下。谢谢杨公公的应援棒。安安，刚刚那个是不是你？刚刚那个什么优喜是不是你？因为我发现优喜洗了3次，失重前幸福，一定是你，一定是你。会吓跑，早就不在这了。好啦，我想也是，我本来就不是走打颜值至上的偶像嘛，对不对？所以不管素颜不素颜都不是重点。西恩说：“台湾体操好手来看你直播，谁啊？认真吗？你认真有吗？那在我还素颜，体操好手哪里？啊，我倒不应该素颜的啊！你们都虚，他们都知道优喜是你是不是？可以女朋友女友什么意思？”笑死，小账失败，怒开本账点歌，你看 ，OLB 发现了，你这样子太明显了，哎，我发现，我跟你说，你在浪这支账号就废了，因为浪有浪的那个 ID， 他的号码是没办法改，你改了几次名字，那 ID 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你那个账号就劝你注销吧，不然你哪天去谁的直播间被发现了就好笑。Hello Ben， 好久不见，嗯。看看球去啵啵哦，已经开始了是不是？天哪，那我刚好跟直播跟球赛的实况转播时间是一样的，那我应该要来看一下，对不对？我打什么关键字呢？我打冬奥有没有 ？YouTube 冬奥会不会有东西？直播。哎，我发现呢。如果我在电脑上开直播的话，我的手机直播应该会断断续续的，因为都是吃手机的网络。你们的直播的地方在哪儿？这个吗？东森新闻之类。8月1号，今天的赛事如下：3:50到7:00是体操鞍马决赛，7:00到10:55是羽球女单金牌赛。所以现在就有了，戴资颖出战，就在东森新闻。OK， 好，
但现在播的是疫苗，现在播的是疫情疫苗的东西，讨厌。哪里有？还是已经结束了？拿到金牌时你要大叫我好兴奋一分钟哦，为什么？我不要，我不是兴奋哥啊，我好兴奋啊，我好兴奋啊。你可以用免费的，好，打什么这个哈，这去在哪吗？奥运哈米对不对？看到了，与时间赛，他在广告时间，好，等他一下。戴维加发炮定，对时7:31，预计6分钟后念到。现在哇，已经56分了，我延迟了25分钟啊，是吗？我延迟25分钟，太扯了，真的太扯了。抱歉，我哈迷是有买高画质的。哎呦，你是为了奥运买高画质的，是不是？还是他原本就蛮好用的？我现在只能看540p 耶，是吧？这画质有点汤。我强烈的觉得，等一下直播可能会断断续续的，我们就只能舍去一个直播。我看啊，我审美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嗡嗡标准，真的吗？那我今天如果老了，过了50岁了，变成老太婆了，你还会喜欢我吗？变成老太婆偶像了。免费的画质本来就没很高啊，你那这样我就更加的怀疑，你应该是为了奥运买的。我看这个撕裂画面撕裂感，我很不舒服。还是可以勉强的看一下，好不好？何冰娇自己就手上15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点，感觉在控球端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心度21:13。熊妹要请老师教吧，表示教练在，我是可以帮他教他呼吸方法，或是用力的方法之类的，就是比较基本。可是如果再难一点的话，我可能自己又教不好，我可能怕我自己的方式本来就不是很正确，教他的又不是很正确，怕误人子弟，所以。什么戴之颖？你说现在在打的是戴之颖是不是？对不起，我要重新来认识一下人物介绍。又是出界。你说这个红色衣服短头发的女生吗？哦，听一下转播。安安说：“我想要听。”那刚刚是语文延迟，我直接忽略了周家湾的。这场比赛结束后才啊，这是那这是谁？就是这不是我以为是台湾的，我刚刚没有看到左上角的图示，我在那边，我在傻什么？天哪！不要理我，不要理我。我们等一下等台湾的选手上场哈。周家湾，你现在是在看翁同勋的直播跟冬奥的直播吗？这场铜牌不重要，等一下就很重要。等一下是什么战？金牌战对不对？你们刚刚说金牌战，好，大家来看一下。我先关静音，然后等到他开始出现了我们的选手，我们再来看一下，说不定会因为你们推荐我而爱上了这个赛事哦。金牌没错，好，现在你们大家都是两边直播一起看，你们不会很忙吗？因为毕竟这个直播间是很吵的。嗯，好的。嗯，好的，什么？我是问你，你知道看翁同勋直播跟等等又哦，嗯，对，哦哦哦 ，OK OK， 你不用飘啦，我会看到你的留言，飘要钱的，你还飘了一个，不要这样，我要播2个小时，我觉得今天你们说9点，哎，几点？8:20有对不对？那我可能今天提早下播了，拜拜，对各位，我要提早下播去看比赛啦。忘不了的好听，耳朵怀孕，太夸张了啦，太夸张了，又不是没听过我唱歌，好像第一天认识我一样。哎呀，我是不是以后要叫你安周家湾？没问题的，安安是氪，他说他不氪金的啊，他说那个是什么浪的猜谜哦，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是某个活动送的，然后变成富婆，因为这件事变富婆。好，看看。哎 ，Ben 现在才追踪我，我现在看到哈 ，Ben 被我发现了 ，Ben， 安安造福粉丝也没有啊，粉丝哎搞得好像粉丝点歌我会忽略你们一样，
是不会啦，只是你们最近也没有什么点歌，所以好像不对，因为有些有点歌，然后刚好那个歌是我不会唱的，一半一半，好不好？羡慕安安，走心了，走心了，欧乐比，你这样讲，我就说我生日要送你歌了。虽然我看到你就是跟我说的两首歌，没关系，我跟你说买一送一，两首都唱，好不好？就不用选哪一首是你喜欢的，反正两首歌都是你喜欢的若琳嘛，对不对？笑笑走他，沙发马铃薯来呛虾了。我发现每一次沙发马铃薯进来都会呛虾欧乐比，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恩怨啊。你要不要先把留言拉到最底下？刚刚才念到超久之前生日会第二个哦，先我的直播间都会有延迟的情形发生，我会先把旧的留言全部念完，这是我的小习惯嘛，算习惯吗？嗯，对。笑笑要跑起来呀、啊！笑笑是直播间红人喽。Hello CJ 103，好久不见，好久没看到你了。乐乐说唱歌技巧完全不一样了，我知道你在称赞我。乐乐从来没有那个留言过任何要骂我或是要要带风向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对我来说是好的留言哦。乐乐，能量啊，我看到了，谢谢刚刚在唱歌时间柠檬儿送的。掌声鼓励，啤酒洛璃送的掌声鼓励，乐乐送的掌声鼓励，这个还有是什么安沙卡拉卡的掌声鼓励，哎，傅伟现在送的应援棒，哦，乐乐的掌声鼓励，还有安安周家湾的能量话筒跟傅伟的，刚刚是应援棒吗？哦，小走心飞宝吗？飞宝那个谁，猪猪叫你什么？飞宝宝吗？飞宝宝的掌声鼓励。直播的是嗡嗡，唱歌的是彤彤。彤彤是谁告诉你们彤彤这句话的？一定是水水。所有坏的都推给水水。那熏熏什么？哦，拜托不要，拜托拜托，这更别扭。Oh my god， 彤彤听起来大众一些，熏熏听起来怪怪的。叫我小熏好了，好不好？小熏，我就会变得跟小熏前辈一样，小熏前辈一样漂亮。哎呦 ，Loli 来了，好久没看到 Loli 了。好问题 ，www， 熏熏是跳舞吧？你说跳舞吗？如果叫我熏熏，我就会变成会跳舞。那我也希望啊，你们都叫我点熏熏，我可能就会变武林高手了，跳舞的武林高手。哈，演戏的是，哎，谢谢。为什么呢？心宇怎么要被带出场了？我以为心宇已经是过去式了呢。好喜欢，那我来唱一首歌，送给周家湾。辣台妹，哎，是熏熏也来跳舞，来 breaking lucky lucky， 还是我 waking 啊？是 waking， 不一样。哎呀，还有花生的掌声鼓励，谢谢。啊，还有家住的掌声鼓励。小恶魔是新朋友吗？还是又谁换了名字？小恶魔的头贴看起来是个可爱的男孩子呢。小恶魔。猎人大陆枪了，忍不住了啊！楼里说，如果开台只唱歌，应该可以瞄不少人。你意思是说，如果我唱歌，如果唱歌加说话是没有人来看的，是呗？是没有新粉丝的，是呗？台湾人白，特别是野，你这样嘴到自己哦。没有，我跟你说，台湾是。躲在键盘后面的人眼睛特别白，但是如果面对面的话，人跟人之间又不敢这么白目了。我跟你说，这是人之常情。虽然我们不能说等一下，我现在看的这个羽球赛非常激烈，有点吸引走我的注意力。好，我只能这样讲啦，人跟人之间面对面又不敢做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情了。谢谢阳光的星辰，我看看哦，还在坚持呢。哎，留言跑掉了，我留言今天应该延迟了30分钟吧？不是呗？真的耶，真的耶，
好像留言延迟了30分钟，是因为假日的关系吧。你看，猜猜看啊，这个叫周家湾的粉丝一号讲完猜猜看啊，然后水锤就进来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同人。主播专属礼物，别要激动啊！原来是哦，那个一定是自己设定的名字哦。我不相信浪应该没有这么低级，连名字也可以克制。好，看看啊，你要想一个吗？将来有人帮你做专属礼物的话，嗯，我的专属礼物吗？我的专属礼物好像就古然翁吧，其他的你们就自己各自发挥啦，哈，各自发挥，这样才比较有惊喜感，主播才有惊喜感。欧乐 B 说这礼物没几个人敢送呢，刚刚到底是谁？那个叫周家湾的粉丝哦，周家湾。守护灵是客制化了是不是？那个啊，上次送那个什么？紫仆的守护灵，那个应该不是客制化吧，因为每个人长得都一样啊。我记得之前七六生圣诞随机舞蹈充满圈圈，那个圈圈是什么？你可以说谢谢主播送嗡嗡专属礼物啊。我太好操纵了，怎么办米迦乐？这个 我改不掉的，太好操纵这件事情。圣诞随机舞蹈，圣诞随机舞蹈是几月的？哦，我看看，不是啦，看底下那个，礼拜天是一周的第一天，是我想要表达的那个，在台湾应该不算吧，在西方国家就是了。我的也是这名字哦，专属嗡嗡台的吧？什么意思？你说那个礼物吗？那个礼物居然是哦，我现在发现了，我以为是他自己打，要想打什么礼物都可以，你可以送个什么周家湾之类的，客制的紫仆就是一个主播哦，是哦，那为什么那个不能改？紫仆的守护灵紫仆不能改。Hello， 桃花哥晚安，桃花哥，周家湾那个其实是哦，原来吗？我误会水锤了，水锤直接傻眼，想说干我什么事？对不起啊，水锤。眼睛向善了是吧？我国中高中就在工厂打工，是分大小礼拜，大礼拜就做六休一，这也太小礼拜就是做五休二的意思吗？那你们工厂就是在做什么事情？做蛤？翁同勋，这个是水锤吧？这才是水锤，只要跟翁同勋有关的那个系列的名字应该就是水锤。一个月会有各两次大礼拜小礼拜这样子哦，是哦，可是你这样子不会觉得很心累吗？我相信一般人习惯了做五休二之后可能去实习干嘛，做工厂之类的应该会不习惯吧。 Hello 金界大叔。自闭图说八九年代以前是做六休一，再来是隔周休，现在是做五休二。隔周休是什么意思？你是说隔周在休？我不太懂，反正我只知道早期的台湾是做六休一。哦，真的有点困难，可能农业社会的关系，对不对？那时候比较没有办法一直休息或干嘛。小千说我大一极限是打咯，连续爬分十二小时还好，我跟你说我连续打过24个小时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可是那个排位还是上不去。那个台服啊，台服的恐怖之处就是这样子。欧乐 B 说啊，米迦乐说欧乐 B 一直在留言啊，在延迟啊，他有啦，他就是断断续续的留言，还是比相比之前还是含蓄很多啦。欧乐 B 是不是你自己讲？而且你这小账号已经很久没进来了。欧乐 B 有玩那个游戏的会聊天啊，最近诗雨前辈的直播就在打游，都在打游戏哦。那这样可以那个吗？一边打游戏一边聊天吗？欸，这我真的做不到，我试过了，从小到大要我做一次做两件事情是困难的哦，所以我还是选择直播了，不打游戏，打游戏下播之后再说。晴天说直播时可以写首歌啊什么的，八小时很快就过了，哈哈。你知道你要想，欸，如果我在你们面前写歌的话，我是不会有任何灵感的，
因为有人盯着我看，盯着我做事，我会非常的有压迫感，所以我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是非常压抑的。OK， 虽然今天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可以试试看，不过我相信成效应该不会太好，写出来应该是哩哩啦啦的东西，很恐怖。我可以直播连续唱八个小时，可能都比较简单一点。乐乐说有啦，还是缺席过。乐乐，那是你跟我请过假，你跟我请过假不算，那个就算在假里面。有些是旷课，旷课就不一样，旷课扣的分数比较多啊，好像在上课一样。玄迷说发泡定是在吃什么？吃颗化痰的，吃颗化痰的，我不知道哎、欸，可能我容易讲话话多，所以那个痰都会卡在喉咙，下不去，很不舒服。米嘉乐说：“我比较老，我都透过，我都透过脸书。的确啊，现在脸书都是长辈们在用的比较多。现在年轻人都用 IG 吧，对不对？你有用 IG 吧？你有用 IG 啊？只是你 IG 东西很少而已。”欧乐 B 说：“一周要看两次，嗡嗡，感觉幸福是吗？不会嫌太多吗？不会嫌我吵吗？啊？”两次你们就不知道要珍惜了啦，想说哎，反正一周摸两次直播，那我就看一次就好啦，对不对？那一次是不是比较好，可以聚集人流量啊？弟弟说，弟弟这个好可爱，桃子跟兔子，对不对？那个是什么？兔子，好可爱哦！可以等等看小戴打羽球，弟弟说了我就看，弟弟你要跟我一起看，我们一起看羽球，好不好？你们刚刚跟我说下一场的金牌战，我就跟着你们一起同步看，我们可以一起在那个荧幕面前大吼用力大哇，台湾的台湾等等看羽毛球啊，我点了哦，这个刚看过，皮卡丘直播也在聊，真的品涵也有在看那个不要诱拐未成年，我看没有，我看弟弟也蛮开心的、啊，他被诱拐也蛮开心的，而且他已经时日不多了哦，不是，我的意思是离18时日不多了，所以我其实可以光明正大了，渐渐的光明正大了，好不好？小仙心想，我是不是应该要赶快，我是不是应该要早点认识嗡嗡的，这样我才可以被未成年诱拐？不否认呐、啊，未成年就是特别香。有一次去电玩展，我还真的遇到讲台湾 number one 的实况主，那一定会被出征的，相信我。时日不多，怎么听起来有点可怕？哎、欸，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哦。弟弟的二号弟弟，你要叫什么？烂弟对不对？烂弟弟这样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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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距离十八岁的时日不多哦，不是那种时日不多。米嘉乐说：“还好没出现外婆的中奖，并没有，我还跟他合照呢。哪一个实况主啊？哦，我现在蛮多实况主都挺敢讲的。我真的很喜欢果冻，我只能这样讲。哦，我可以这样讲吗？我可以说我喜欢哪个实况主吗？我是真的很喜欢果冻哦，实况主。等等，小戴金牌，你们真的都有看呢、欸？这边每个粉丝都有看呢、欸，我好惭愧哦。”8:20，再6分钟，快了。乐乐说：“我扑浪锁丝，你查了也看不到，哈，所以你有锁丝是不是？不是偷偷说哦，偷偷说也更查不到，反正那个是匿名的，对不对？”嗯，乐乐，看看咩扑 ，Hello， 咩扑。老实讲，我不喝酒的。是哦，米嘉乐，你是这么良善的。怎么不喝酒不烟不酒哦，不粗话是不是？这三个人都有做到是不是？我看不出来米嘉乐。我看一下，这边都在讲奥运的嘛，对不对？我刚好我在飘的时候就有看到你的留言，之前就有一边直播一边看五二，不是吗？看五二，我之前看了什么？我看了很多东西。五二吗？五二是什么？五二新闻台。粗话我常讲啊，是哈，我就知道米嘉乐一定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我看你平常你在那个直播上留言险些失言，我就知道了，米嘉乐跟我是同类人。看来嗡嗡不知道小智凯是谁，对，我不知道。然后这个叫翁同勋得第一的又是谁改的啊？西恩啊，西恩把名字改回来了啊、哦，我看到了。
哈哈，汪汪真的很容易相信我们讲的，没办法、啊、你们讲的我就相信啊，对不对？我坚信我的粉丝是不会欺骗我的，我相信，我一直秉持着这个信念，但是我没有想到每一次直播都被你们骗的歪歪的，骗的歪歪的是什么意思？就是骗的头脑歪歪的。这个还没比完呢、欸，这样子他们打得完吗？还有四分钟，他们打得完吗？还是他们是计时赛？可是我记得羽球不是先拿几分？十一分，先拿十一分不就结束了吗？还是三分？我忘记了。他又要换名，你们这样换不累吗？我就讲，你们这样换不累吗？不用啦，他这样办几个账号都会曝光。你说周家湾吗？不会啊，他打不完就往后顺，也就是时间是不是？他们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加了延长赛，对不对？我印象中羽球还是排球之类的，你们要先领先对方两分才可以算赢。如果是比如说12-11这样就不算，或者是什么9-10、11-10这样就不算，是吗？我印象中啦。我就说嘛，周家湾，如果你办了新账号之后，千万要低调，不然你这样一下就被人家戳破了。多送两个礼物就被你爆出，没有没有，我跟你们讲，你们这个手法换名字手法真的是太粗劣了，好不好？有些人就特别爱换名字，我现在点名嘛，幻影战士水锤，然后现在要加一个西恩，西恩现在已经换了三次名字，然后周家湾的话是因为他不一定，他很少这样做，所以我们先不算周家湾。其他人都还好，其他人都比较乖一点。体操鞍马银牌啦，银牌战是不是啊、哦？今天是有那个鞍马，早上的时候对不对？拿到金牌时你要大笑，千万不要看东森。为什么？为什么不要看东森的？卡卡的吗？哈，我跟你说，我现在念那个大概30分钟前的留言，所以你们可能会满头问号。主播很吵，赛评很糟糕，你说主播是哪一个主播呢？加速好哦，我好兴奋的指令 get。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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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会吧，除非等一下有太有代入感，就是看了这个赛事之后把自己带入那个选手，你就会很有激动的感觉。我相信应该是会有这件事发生的，我先不要预期等一下自己的任何反应好了。我都只看结果，过拜托，热血的是过程，你看结果有什么意义啊？丁某某谁啦？丁某某是谁？你看结果没有意思啊，你就像我一样看那个新闻懒人包就好啦，对不对？米嘉乐免费还想要4K？ 没有，我跟你说那个免费的颗粒感实在是有点重哦，我就用小萤幕看，小萤幕至少可以欺骗一下自己说，哦，是因为自己萤幕太小，不是画质太差。看来我们等等要交给嗡嗡转播比赛，来来来来来来，没问题。等一下8:20，如果准时开始的时候，我就来为大家转播一下现在的赛事。即使我看不懂，我还是可以来帮大家转播一下。老，我会陪你一起老啊，别怕。你是认真的吗？我变成老婆婆，你就哎呀，我要去找年轻妹妹了啦，你太老了。谢谢晴天的带我走，你要带我回你们的国家是吗？我是真的蛮想去的，蛮想去新加坡看看的，吃一些美食。我只知道新加坡的食物都很好吃。用台语转播，今天我转播嘿运动诶，赛事啊，赛事是啥啦？赛事不是赛史色吗？赛事的台语怎么说？为大家科普一下，赛事爱台语。欸，我们来查一下上次的爱台语有没有帮我把那个我建议的词加进去。我上次建议什么？咸蛋超人，对不对？咸蛋超人，没呢？他是不是把我的咸蛋超人给驳回了？赛事哦。赛事也没有得奖啊，比赛啦，讲比赛，比赛吧，我记得比赛就比赛。比赛，
无声啊，这条无声啊。哎、欸，它坏了是不是？是水啊，真烦受。好啦，我只知道比赛的台语应该就是比赛。界内。过了五十岁，你还是我的偶像哦！哎呦，我现在我就把它记起来，贴在我的那个书桌墙壁上哦。然后上面写傅伟说，过了五十年，我变成老太婆之后，他还会继续追我。这句话如果没有实现怎么办？这句话没有实现的话，你就拄着拐杖跳 breaking 给我看。OK 。现在是中国对印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个左上角刚刚被我无视的，被我无视的那个比赛的分数哦。我看看，在这些留言刚刚都飘过去了。我以为你在讲比屎嘛，比赛是品赛哦，比赛是比赛，诶，赛色是屎色哦。呜哇，也太贴心了，是齁是齁。其实如果你们生日要点歌什么的，前提是要我会唱啦，就是要给我一点时间练习哦。你们要点歌是都可以的，不是只有路人一下有这个特权啊。他有特权的话，一人一口水把我吐的淹没了，我相信我应该再也扶不上来了。这句话我之前讲过，我觉得蛮北兰的，给你们听听。傅伟说，可惜我生日你刚好不在，该走山一波了。什么意思？什么？你生日我刚好不在，你说我啊，我没有直播这个意思吗？可是我现在直播的天数拉长了，所以那个刚好对上你们生日的时间，又会几率增加。对，所以你想被我骂吗？欸，我没有办法想象乐乐骂我的画面。你如果骂我的话，我应该会真的很难过吧？代表我真的做了什么很过分的事情才会骂我？我觉得代表乐乐是模范生。如果模范生在你们啊，这样讲嘛，学生时期模范生在你们面前骂了粗话，你们应该会这样的概念哦。直播时间点应该还是晚，对对对对对，平常白天还是要好好的工作的。我也是社畜啊。星星喜欢吃兔子，我最喜欢吃你了，失业兔。不过你这个名字兔子是跟什么有关？你是原本就喜欢兔子，还是因为我说喜欢兔子？我没有这么自肥，我只是问一问而已。嗯，我只支持星宇。那不好意思，小仙，你要支持的人不在这边哦。这个这边是翁同学的台啊，没有星宇哦。星宇是谁啊？谁认识他？哦，这个留言是不是有变快了？我是不是努力在追上留言了？天哪、啊！今天大概是开播以来有史以来有人吃的最长的一次。什么 ？Loving you？ 什么？等一下，不要飘，又飘，你飘的我来不及抄，我来不及抄哦。欸，你们不要每人都点那首我不会点我不会的歌来为难我。欸，我是没有办法一次练习这么快的。我跟你说哦，对我来说练好一首歌不是旋律会了歌词会了就是会唱。对我来说会唱一首歌你需要反复的练习到这首歌你可以驾轻就熟才叫会这首歌。 OK， 不是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可是如果其他人他们可能就是会唱了，旋律会了，歌词会了，那会了，那 OK， 我可以认同这就是会了。可是对我来说，我没办法接受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这样有点太，可能对我怎么讲？过半年之后，我再来看这首歌，再来听我今天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啊，为什么那时候唱的那样子？为了不想要让我有这样的遗憾，让我有这种后悔的心情，我会先把它练好再说，我会唱。球赛是海贼王大战黑洞，你这个又是海贼王的梗了，米迦勒，你让我海贼王太久了齁，那个实在是连载太久了，连我都没有兴趣追了。嗯，安心小提醒，现在广告结束后就开始比赛了，我看到了，比赛已经告一段落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来开声音提醒自己要看比赛。可是我的直播还是留言没有念完，因为恨我。真自然六原色，
血色加倍精彩。星宇，星宇得第一，星宇，星宇我爱你。傅文琳来看我表演的时候，最好也来放星宇的，星宇的这个加油牌，上面写星宇我爱你。然后那时候我想那个不要辅导，大家就会指着那个牌说这个是谁？我们组里没有叫星宇的。非假日你也是怎么演出？我就是讲，我跟你说，大家的留言都特别的踊跃哈。我不知道是我太话痨的关系，你们回不完我的话，还是怎么样哈？你们总是有特别多的灵感可以回我话，我实在是没办法控制这个情形。哎，这个是谁的广告？有点帅。工厂是做塑胶自动射出，我觉得啊，工厂是不是要一直重复包装，重复一样的动作，然后可能工作时数蛮长的一次，我印象中24小时，怎么样？你加乐，我以前就是一个立志要当电竞选手的不自量力的小女子 ，OK 。我真的曾经想过要当电竞选手，但我年纪太大，他们都要那种很年轻，大概12岁、14岁。但我12岁哪来的英雄联盟啊？拜托，我12岁那时候根本没有英雄联盟吧？对啊，那时候应该美服也还没出吧？您现在收看的是美服还没出吧？我不记得了，那时候有 DOTA 啦，对不对？我是不是一直被搞错？没有没有，米加乐，我一直都把你记在心上，只是我现在头脑不是很清楚，所以请原谅我的，请原谅我讲名字之前没有先思考，没有先看清楚再讲。哇，真的我很常把你跟 Ola B 搞混呢，你们两个真的好像哦。嗯，其实只是懒得改名字。Ola B， 你明明就有3只账号。齐言说：“看来 AKB 传统的熬夜大赛，你应该是赢了。我是真的可以，如果早个5年的话，可以熬24个小时打游戏，不用睡觉。哦，我电脑太烂，开 Steam 很累个。你说只开 Steam 这个软体吗？很累个。那你应该换个电脑了。虽然现在 PC 用不太到，现在大部分都用什么？”平板啊，笔电啊，桌垫现在很少人在买，我相信。晴天说：“所以你有在写歌哦？需要填词吗？我当你的专属作词人，哈哈。我是有断断续续的，什么？哦，断断续续来写。就如果灵感不好的话，我就会作罢，我不会坐在那边死命的想，因为想出来的东西一定隔天会被我自己吐槽。有灵感才会写。空间王者，先来看百米决赛，我的还在广告哎。”你们怎么那么快？为什么？我是不是应该要重整一下网页？我重整一下。哦，不是吧？要爆掉了吧 ？Loading。哦，我不应该重整的。好料理，请一起在家的你买苏格登拿夫潘达美食金，这是广告吗？写反了，所以可能从镜头上。好好，开始，我以为进不去，吓死我！我 IG 锁私人，没追踪的看不到内容。不过没啥内容，你不是没有 po 文吗？我印象中都点进去看是没有 po 文的。等一下啦，不要急，要开始。我以为进不来，我以为哈米爆掉了，你知道吗？我想说我会不会错过这次的赛事，好烦哦。亮乐乐乐是我刚才讲亮，有没有亮人是谁啊？虽然就是真以前很惊讶我叫你乐乐，但是我还是习惯了。不好意思，讲亮玲会不认识我，讲乐乐还才知道你是谁。看两次不会嫌太多吗？不会嫌太吵吗？两次，我们那时候聊到什么话题？讲到两次。其实那场比赛感觉双方打到后来，看起来的确是。这个是30分钟前的话题，我开始脑袋使不上来了。
也是有些消耗。那近杰走起一路打上来，你觉得他的近况怎么样？我觉得他最近的四角球还蛮稳定的，所以其实再加上他自己后两脚，我其实也是弟弟啦，牛，你已经成年了，小心你已经成年了。而且如果你不说的话，我会以为你跟我同年纪。你的氛围感好像没有比我小的感觉，跟我年纪差不多。我觉得到底是哪一个主播，哪一个实况主啦，米迦勒，你让我有点心，有点那个好奇了哈。乐乐说。诱拐未成年，喂，请问是 FBI 吗？我也诱拐你啊，奇怪，你为什么不会为自己报警？哎、欸，你好像也没什么报警的耶，已经成年啦。我可以诱拐，这也没有到诱拐了，这个是合情合义，我们是出自于内心，发自于你想要被彼此诱拐，所以不算吧，对不对？没有什么好讲。现在没特别在追实况主游戏方面的，不过还是偶尔会看一下大餐哥精华。大餐哥是哪游戏的？不会是你的冰原吧？你的冰原的实况吧？好啦，我可以为你开扑浪河道，但我都发废文，你看干嘛？我想就是看看乐乐最近过得怎么样之类的。我就好奇嘛，对不对？好奇看一下。哎，电脑来了，电脑说不烟不酒不粗话，好男人如我啊！哎呦，这边有一个比米迦勒还更优良的店长，哎，怎么办？店长现在是这个新好青年担当了，不能说新好男人，新好男人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大概是要两性之间的话题。跟我差不多，别吧，嗯，汤什么意思？代表你平常都讲很脏哦。哦，你平常原来米迦勒跟我认识是不一样的。怎么办？要开始比赛了，我没办法回你们了。我要开始单机模式了。21是什么意思？21分吗？现在21，我现在32分。11分啊，21分打21分才是那个。蓝色衣服是戴姿颖，听清你一下。最近他很红哎、欸，是不是有代言那个？今晚我想来点皮蛋瘦肉粥加什么什么鱼酥的，什么配两份鱼酥是他吗？是吧？我记得周家湾，周家湾，这名字很好笑哎、欸。赢两局，一局21分，那打13分、11分是哪一个？是哪一个比赛的？排球吗？延迟很正常啦，跟你留言一样，留言延迟一样，我情不自禁，真的耶！她是那个鱼酥，她是那个鱼酥女孩，是吧？我看到她的脸就想起来了，开始了，重新又要了回来，这是在热身吗？还是开始了？27岁的小戴第三度来挑战奥运，开始了，为大家科普一下。小戴的留言被我忽略了，比别人多打一场，但同时他也等于是有多适应场地的。我很想三场比赛出不出界，这样去击败了对手。什么犯不犯规？我看不懂。轮空，八场赛12-1击败伊瑟农，昨天是2-0击败了新度。那陈宇飞之所以能够在2019年的年，我不知道这是热身还是直接打，是直接打了击败小戴。当时是拿下了2连胜，他们比赛前会有热身赛吗？宇飞这边是有做出了什么样的调整，让他在之前已经是连败少带这么长的时间，对啊，好像没有积分，那应该是热身赛。我可以先回应。我觉得宇飞其实他在一出来的时候，我始终如一，从高中开始就用米迦勒闯荡江湖。什么网络？你说来自网络上？我刚才真的相信了，我以为你真的是从高中开始叫米迦勒。不过我没有问过你的名字来由，为什么叫米迦勒？你是因为看了神话吗？但嘞，鞍马是下午，早上是高。对，我刚刚念的下午是鞍马比赛，对不对？我搞混了。对我来说，好像都是比赛项目，没有什么太业余了，太叫什么？不是业余，叫什么来着？进步的幅度是很大，太外行人了。哦，外行人是直罗尔击败了韩国小将安行。那四强就是2-1的局数击败同胞。你会老，我会大，这听起来怪怪的。小杰，你不要讲出来，但我讲出来，人家就说你怎么在讲什么东西，我被你害死，小杰。太愚蠢，不正经赛评翁主，我跟你说，完全看不懂规则的人，你确定没？
心态上的调整真的非常重要。一起老了就是一起去找年轻的，啊，不然要干嘛？各玩各的吧。你这个刷新我三观的米嘉乐，相信你以后老婆很恐怖，你会很可怜哦。你这样跟他讲，他就会哎，原来我老公是这样想的。正常的小球这种比较细腻的一些动作。可以不要讲完自己讲完自己狂笑，不是周家弯吗？还是什么？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他们在本周家弯，这真的是本日最好笑吧？我觉得应该没有更好笑的。目前来说，进行的非常快，羽球项目有点吸引我的目光。对，而且我相信，其实当然大家在下场前，其实紧张会压力是必然的。但是开始了吗？一到场下。只要投入进去之后，好，没关系，两个人一定是都是享受在当下的。好啊，我帮你买单程机票。哎，为什么不来回？这样我就回不去了。我没有出过国，你会把我骗去新加坡，然后不让我回台湾。翁，这个叫什么翻滚吗？翁同勋，我实在是很不想要把这个字念出来哦。李甲赛啊，这一定是水吹。奥特曼对不对？奥特曼。我来看看爱台语已经出了没，搞不好上架了，你就可以去帮我按那个按内共怪怪爱台语，我看看哈，哎，奥特曼对不对？奥特曼没有，我要再一次奥特曼加速度的变现。把球切得很短，是开始了吗？可是他没有计分，他没有仪表板啊，没有计分板，没有办法判定他到底是开始没啊？开始了，我们现在已经一分喽。比较可惜，想要继续压制陈宇飞的后场。好，现在开始转播，但我有很大的几率是看不懂的。他打了一个非常高的高飞球。哇，往下杀了一球，我们的姿颖给他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回击。所以这个位置让小戴往前的下球能够拿下分数。哎，这真的很漂亮，哎，这球。好，这个我要该怎么转播呢？这个对手挂网。看来我们非常占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哦。大家看转播了吗？在看转播了吗？我感觉我们很稳，欸，不知道为什么。哎，挂网，再挂起来。打后场的球路，看起来注意一下力道。哎，这个一下分数差距又拉出来了，差三分，不过要追也是蛮容易的。目前4-1。现在由我们开始发球，来一个非常惊险的下杀球，又补了一个啊，可惜挂在网上没有飞过去。现在发球圈在对手身上，转播的好像真的有这件事情一样。来啦，我们来跟大家一起看奥运好不好？我们用上次的方式，好，你们要自己看奥运，我转播还是？还是听我讲就好，听我讲你们会非常没趣，因为我们的直播一定不会是同步的。看一下最新留言，哎，又有前辈，哎，我马鼠二号来了 ，Hello 马鼠二号，就不见了。所以选择并没有太多。哎，留言是最新的嘞，我看到留言是最新的，他刚刚已经帮我自动刷到最新的去了。你十二岁的时候，应该是电竞大部分都是即时战略。那个时候应该是 DOTA， 就是信长，信那时候都在打信长啊，对不对？我记得是没有英雄联盟，可是信长我是完全没兴趣的，非常的快速，而且加速度让点。世纪帝国魔兽三，对对对，那时候是在流行，十二岁的时候，班上男生都在打那个。开始了，你们现在的速度是跟我一样的吗？原来你今天阿哲，你很不贴心，我有在现实都在想发。谢谢啤酒洛里的乌龟，可爱的乌龟，大家一直都很红啊，当世界球后很久了哦，是吗？所以他以前有拿过金牌，就对了，以前就有这个记录，就对了。
对不起，我是真的很不关心运动赛事的人。你们现在跟我讲，我才是一个全新的。哇哦，哇哦，现在有，原来是这样这样子哦，怎么有这件事情哦，干嘛的？他居然还有那个落点分析耶，羽球落点分析。热身 ，OK， 好。严格来说，戴资颖现在排名第一，没有很久哦。哦，是哦。OK， 现在你们帮我科普的这些知识，我大概看球赛就会有一些代入感哈。哎，分数怎么4-5啦？现在非常平稳的在进行中。真的、啊、看起来很稳哎、欸，完全没有办法插嘴，你知道吗？哇 ，OK。送的比较高一点，所以也让陈宇飞这边没有办法去抓挂网，而且是那个球子挂网哈。我看这个对手看起来很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他看起来好紧张哦，可能面对的是球后吧。哇，碎！可惜这个落点边线是落在了界外，这是界外哦。对，用一次很好加速度。那个线啊，它不是有两条？想要去调动，所以里面那条线才是判定界外界内的基准，对不对？那个线很窄耶，那线超窄的耶，很困难耶。Oh my god！啊，碰到了网子啊！谁碰到了网子？我们碰到了网子，相当的高。他不慢动作看，我是看不懂。其实，但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真的很喜欢打羽球，就会自己去羽球场打，可是。规则什么其实都没有到很看重之类的哦。以前最喜欢打的是排球，超爱，我超爱排球，超爱的。领先，放学都会去打排球，我好爱啊！界外，这球出现了误判，最后是放掉，但落在界内。界内吗？为什么是界内？那不是在第二条线外面吗？欸、我跟你说，这个打羽球体力要非常好，因为我印象中之前打很常被套路，就是可能你现在在前面，你在网子的前面要接他的一个就是轻的球，或是你预判他可能会接一个很短的球，就他给你打个超远，你要跑超远，然后再接那个超远的球，玩一些套路的，超恐怖的，那个体力真的要够好。他就给你打一个边，就是。对角线的球，你知道吗？就是离你一个超远的地方，对对对，像这样子，像打这种超远的球，那全身都要肌肉吧。然后小戴不断的在做前后的跑动，而且影响他的出手。哦，啊，这个。对，就是像这样子打一个超级轻的球，让你跑要跑过去对角线啊！可惜挂在网上了。一个直线的攻击，但是出现了挂网失误。没关系，三分很快的，对我们的真的是我们的国宝来说。好，我来看看留言。哪有比赛只照小戴？没有，有些可能会偏心吧，不过应该不会。不小心飘。还在热身，我现在跟着你们的留言。那个是辅助判决是否界外？你说那个动画对不对？信长哦，是信长哦，我一直以为是信长哎，我从小到大念信长，信长。OK， 好，信长是不是已经结束营运了？看看，我老灰阿郎不看 IG 的啦，你们又没有几岁讲自己老灰阿郎，那真正的老灰阿郎怎么办？就长辈是那种已经当爸当妈或是已经老人家在玩的啦，那个才叫长辈，你们那么年轻啊。陈宇飞这两年对戴资颖是3-1哦，所以是你们都这么了解哦，天哪、啊、
那是单双打的界限吧，单打是里面那条线嘛，可是我刚刚很意外的是它后面那条，在你身后那条线不是有两条吗，可是刚那个球落在第二条线边线上面的时候，它判定为界内，不是里面的那一圈，是外面的那一圈，为什么不是说单打吗？补拍的过程中单打看窄的跟长的，左右看里面，后看窄的跟长的，左右看里面，后长看啊、OK OK， 所以是看后面是看长的那一条，左右是看窄的那一条。领先这么快，好快哦！他刚把三分打回来嘞，我在回留言的时候把分数打回来了，太厉害了吧！好。戴资颖从201612月第一次世界排名第一到现在2020，也就是说这个五年期间都是第一名，是不是？还是怎样？好听，行行发烧的时阵，家庭常备单打选手要移动距离非常大，也很对，真的，这是真的。双打都不见得体力都一定要很好，双打也是要反应，你可能是走深度嘛，有些人是前后，那你就是平移要够快。可是单打是前后跟平移都要很快，那个到底要怎么做到肌肉爆发力要多强？你看看，哎，我真的不在讲风凉话，我以前打这个羽球的时候，也都是那种被虐的很淋漓尽致的那种小菜鸡。连四分之后，又把领先位置要了过来，11-10，一分领先陈雨菲。开始了，这个双打休息很快哦，快忘记留言区，谢谢杨公公的玫瑰，你们希望我帮你们转播，你们就可以不用看，还是说你们要自己看高画质转播，然后用一心二用法来看直播？我看一下留言。啊，信长排队排很久，不是，我记得信长好像已经没什么人玩了，好像听说营运结束，不知道是谣言还是什么。哎，慧香来了，慧香好久不见，你今天很晚哦，今天忙哦，慧香今天比较晚一些。还有单打是内线和底线，好，谢谢你们，谢谢建谷，谢谢刚刚的西恩妈还是谁为我解答的。老夫体检报告，身体年龄60，可是你的年龄应该跟60差很远吧？阿哲，我跟你说，你去运动，多运动。哎，我是真的说真的，你运动身体会变得比较好，睡眠时间变短，然后平常起来也不会那么累，吃的也会比较正常，作息也会正常，心情也会好，你身体慢慢就会变健康。然后一些奇怪的毛病啊，身体的毛病也会比较好。哎，我是认真的，我之前运动的时候真的身体比较好，毛病啊，那些小毛病啊，心情啊都会做改善。其实 YT 直播只要听声音就好了，是不是？翁转播手，但我讲的都不是那种专业术语啊，像什么篮球会讲什么专业术语，那是我是真的听不懂。还有手是什么字？羽球应该也有专业术语，所以好，下来一个高飞球，往下杀一球。哇，打了一个非常惊险的很歪的界外中的界外球，敌人落下一分，我们得一分，谢谢。现在目前战况11-13。所以成功的让陈雨菲这边没有办法启动。哎，他这条项链很好看，哎，戴资颖这条项链好好看。在发光哎、欸，对啊，他真的很稳哎、欸，他走一个走位的部分呢、啊，基本上是不用替他担心的感觉啦，有这种很让人安心感的打法。我说我们啊，我现在都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哦。前面接板就有成功调动小戴的跑动。而且陈雨菲真的很有耐心，可以看到她的出手其实几次都还是有蛮好的一个时间点，但是她都选择不去做、哦。你看主播那个转播员讲的这种是让小戴去做四角技术性的东西，然后我讲的只是比较及时战况，刚刚做了什么事情，
这样子比较浅白的，好吧，我觉得还是不要听我讲哈，听我讲会头痛啊，听我讲会头痛。2019年8月戴资颖积分不足掉出世界，第积分是不是要一直累计呢比赛场次，然后去拿那个分数才行？发现那个不论是不是运动赛事都需要这样子，一直参加比赛来维持你的名次跟成绩啊。热血沸腾啊！来不及，来不及。目前确实都在等待小戴进攻的一些球路哦，所以用这种长短的方式调动他之后，自己再加速度到前场去做扑球。其实外晚到了，慧香今天是要上班加班吗？还是怎么样？信长是玩家自制地图，没有营运问题。你是说私服是不是？那就是私服啦，跟风谷一样有私服。信长不就是魔兽争霸里的吗？还是我记错了？哎，我印象中他们都是分开讲，那应该是分开的游戏吧？这边有资深玩家吗？信长单机应该可以，那单机有什么好玩的？单机我玩 PS5 就好啦，对不对？嗡嗡别吹啦，吹啥呢？说清楚吹啥呢？我也在看，大家都在看吗？有现在大家都跟上那个东京奥运的比赛直播吗？刚刚无聊去搜寻了一下羽球，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数据。你说，米加勒，你说，我洗耳恭听，非常的有耐心。晚上去跑外，哎呦，慧香，你现在还有接外送是不是？你是怎么样？平常有空就跑一下是不是？外送现在是不是蛮多单的？可是很辛苦哎、欸。今天外面还有一点下雨，对不对？我印象中，哇，好球！这几天天气都不太稳定。已经调动到陈宇飞，但是小戴这边还是不急着强攻。不是啦，信长是魔兽里面的一张玩家自制地图哦。OK， 那为什么人家都要说我要打信长？我以为信长是游戏，可能奇怪。就会骗到他，必须魔三可以自己做地图，自己改就好了，那就不是官方营运的、啊、就是私服玩家自己把那个伺服器搬过来自己做营运干嘛的，也没有储点的问题啊。羽球国手的杀球平均球速高达时速300公里，那可以打死人呢、欸、如果打到人的话，那个皮肤被刺穿吧，这跟枪差不多了。哎，枪可能还没有，枪可能更快，枪快多少我来查一下，子弹射击时速，哇！彻底调动了陈宇飞，这球小戴就打得非常有耐心，没有血，枪速也是稍微比较长的落点，所以也让陈宇飞这边在回球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掌握位置。飞行速度为每秒300米，拿手的勾对角不能比，这不能比，人家是用秒来算的，不是时速。OK， 我刚错过了什么？我错过了什么？你随便吹捧一下就弱，哎，台湾人不能夸。我不要，我还是不要吹捧，没办法啊，我现在视角里只有我们的国手而已啊，对不对？我是不会管他国外物的哈。哎、欸，对啊，他们就打这种很啊，要输啊！我看他刚那球很惊险呢，刚那球非常陡，就他又打了一样的位置。非常有耐心，因为其实小戴看起来是比较，我还是学生，暑假没事出来跑跑外送啊。哎，你是学生？等一下，慧香，对，慧香年纪比我小，对不对？我印象中你小我2岁还1岁。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你这样子跑外送的话啊，现在暑假没关系。那你平常上学时间会吗？就是可能下课就去跑外送，这很辛苦，你不会是为了要筹学费什么的吧？不知道是不是网络创作文，没有吧，搞不好是真的啊。你是说时速300吗？我是相信的、欸、我是相信的。准大四，你是不是就说嘛，你是不是为了筹学费要这么辛苦？因为跑外送是真的很耗体力，很耗心，很费心，你知道那个有些
点外送的人可能会有一些额外需求，然后你可能又要爬什么，比如说爬楼梯啊或干嘛的啊。啊，所以陈宇飞出现误判，真的，陈宇飞的启动能力相当好，我可以看到他明明就是顿到了，但是他还救得到这颗球，好险小戴这边也有注意，好帅哦。对，看到目前为止真的陈宇飞我都弯了怎么办，我都弯了，有耐心啊，弯到不行，好，不行，我来看一下留言，世界纪录好像是中国男单前世界冠军的317公里，那个绝对可以打死人，317公里比开车还快，你知道吗？其实也可以理解啦，你看棒球比较只有算时速，对不对？可是毕竟是手投出来的，手投出来的那个力道还是有差，可是这个是靠球掰跟气去做力的，所以一定是有差距的哈，那个时速，枪的速度都一秒，对啊，枪不用讲了。枪不用讲，这是绝对可以射死人的，好恐怖哦！刚那个球，300公里是击球初速，当球到对方场地时已经弱很多了。哦，你是说刚开始发出去的？哦 ，OK，OK， 理解。好，羽球的初速度是球类运动最快的。之前上体育课，你们体育课还会学这种数据的东西哦？我以为体育老师都只是教来。这个今天要怎么样反手拍，怎么样实力用手腕动手腕不要动手肘什么的，我们的体育老师都是这样子的啊。有啦，体育有时候会考一些那个纸笔上的事哈，那个就有时候需要看到课本上的东西，如果你需要那个学分的话。陈宇飞的 lucky ball， 那确实这一颗球陈宇飞处理的相当有耐心，那你找好听哦，陈宇飞小戴压制在后场的部分，飞听起来是一个最后前场是很软骨妹子的声音啊，软骨妹子的名字声音是什么？那你先看别的比赛好了，比较安全。为什么？看这比赛不安全吗？我不讲话都很安全。令我意外的是网球，强力发球最高时速在250，为什么会那么低？网球不是很……我之前修过网球课，我发现它比羽球难，真的是100倍。网球超级困难，后来我就退了，我就退学了。这实在太困难了，每天早八去打那个网球，真的是非常太阳挂在天空上，热热的一颗球直洒在我们的头顶，然后又要跑整个，因为网球不可能是室内的哈，网球通常都是在室外的，哇，那真的是疲劳轰炸 ，Oh my god， 网球，而且它的球拍很重，球被打到也很痛，你要打那个球需要用到力道也很大，所以。羽球是真的比较好入门，嗯，羽球很轻，击球速度很高，正常，嗯，很可惜，的确，网球什么都重，真的什么都重，没关系，继续加油。陈宇飞这两年算是巅峰状况，哎，他我刚没有看他的年纪，不知道他现在年纪多大，可能跟年纪有关系吗？我不知道，年纪轻的话，肌肉爆发力是不是会比较好了？好呀，看了过敏。现在19分，来到19分跟17分。陈宇飞这边自己出，可以现在慢慢追回来。19打18，是我们教练吗？他皮肤好好。也提醒小戴在攻击。小戴的皮肤好好，我一直看他那个皮肤的光芒万丈，不知道是因为光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我觉得看他整个都在发光。我开学后要看看，没事才会出来跑，也可以说是学费，想说多少还是要有收入，是真的，因为自己真的到大学之后，你如果有出去住，你有出去住吗？还是怎么样？出去住的话，那开销实在是很大吓人，有时候还要买一些什么生活用品啊，一些个人需求小奢侈品什么来慰劳自己。哎，真的，我觉得出现了什么？现在陈宇飞第一局是出现2个局点，20-18。而且陈宇飞今天的防守确实都把。整个球打得很贴网，所以小戴必须要跑比较大的角度，啊、才能去救到这个。我发现这个陈宇飞他都很贴网子打，就是前面到他都很喜欢贴的网子，所以有时候会挂到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哎，是吗？
次时间。什么？有点分心了。哦，他那个速度也太快了，他的反应也太快了吧？提出挑战。什么意思？这边几次的组织确实也让崔宇飞这边的回球高度有出来了。不会了吧？这一颗是不是在界内呢？现在被判定那颗球是不是界内，对不对？我非常可惜，这球界外球挑战失败，所以陈宇飞是以21-18抢下第一局胜利。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现场。没关系，我们还有下一局，对不对？两局。刚刚安安输了两局哦，没关系啦，我相信下一场那个节奏回来就会不一样。解痛加强定，我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台湾之光，世界级的机器设备，先进国家常用止痛配方，不含类固醇，不伤胃。好听，憨憨发烧的时阵，家庭常备用药，前选择。西恩说体育课还是会教比赛规则啊，我也是，我那时候大概都在放空吧。体育课要看是什么球哈，羽球就比较不上心，因为我对我来说，我以前真的是有非常不好的想法，是羽球就是一个很轻松打的项目啊，什么规则不重要，反正也不会打比赛，以前就是这样想。文化网球课在体育馆内耶。那我要转学，我们是在室外哎，然后这是早八那种太阳很大的时候，还好不是12点哦。如果是12点课修网球课，我绝对退学，我绝对退学。网球的控球更难，对，我觉得是真的。那个网球你要连发球，你要怎么算那个过网子的时间，你都觉得很困难。有可能是我初心者，可能没有到很。关注这个球类怎么该怎么去运作的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网球可以有人打得这么轻松哎。看到会网球的人，他全身都在发光，跟我们的小戴一样哦。网球可以室内啦，只是成本比较高。为什么成本比较高？那为什么？对啊，为什么成本比较高？在室内跟室外的差别是什么？我说成本这件事情。我退选前也是有修网球课，你是不是觉得心很累？你会退选一定有你的原因，代表说网球课一定你一定是遇到瓶颈了。一个角度，对，米娇，你讲对，非常贴切，就是一个球角度不对，用力的点不对，你球就会不见，就会飞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你可能捡不回来。我比较惨，花1600买网球拍，打了一天都打不进界内就不玩了，是不是？网球实在是太难了，这个像运动。跟羽球比大概是画画跟水墨画跟油画是一样的等级吧，就是油画是网球，然后用纸笔画，一般纸笔画是网羽球，这样入门对初学者来说哦。小时候也打过羽球，蛮好玩的。会，对啊，羽球是真的好玩，因为那个球本身很轻，然后需要用到的力也不用太大，它也比较好掌控，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蛮多人会喜欢的运动之一。认真的女生最美丽，所以雨心雨很漂亮。那我不漂亮吗？好像我很不认真一样。我也可以认真念书，我也可以当心雨啊。不然哪天你们陪我念书好不好？我就在那边放一本书看，然后播2个小时都不讲话，这样的话那个粉丝直播量是不是会上来，直接飙破平常的10倍之类的？哇，那这样我讲话超级吃亏的，对不对？建谷说23还24，哦，真的吗？那真的蛮年轻的耶，真的蛮年轻的，很有希望啊。这个，看看，网球轻轻碰到就全雷打，所以网球是不是不能太用力啊？这个大概是网球的精髓之一了，不能太用力，除非你真的很有把握，它可以在界内或是打一个非常漂亮的杀球。光是这样开销不少，虽然我还是跟家人住。你是不是有给一些生活费什么的？真的，现在外面随便饮食，如果你有吃外食的习惯，那真的很烧钱。自己煮是最省的，可是开火并不是人人都会或是擅长的，所以真的吃外食好花钱哦。你看嘛，你一个月哦，算8000，都还算少了，一个月8000还算少了，非常的花钱。嗯，我看看哦，
输第一局，没错，这是但是啊，他们不是两局而已嘛，对不对？对对对，接下来对局，哦，好恐怖，我都为他们觉得很紧张，这是热身吗？没有，哦哟，没有，不是热身，计分板出来了。羽球谁先赢两场就获胜，对，我刚刚是忘记有哪一个粉丝很热情的告诉我这件事情。香港电视都在直播台湾，哎，小熊熊回来了 ，Hello， 小熊熊，新朋友，欢迎你。我们现在在看这个羽球直播，羽球比赛直播，戴资颖最大问题就是失误率多，也有可能是其他场外因素吧。什么压力呀、心情状况、体力呀、紧张什么都有可能影响他平常的表现，所以我相信他自己私底下一定是练得非常非常久的那种选手，可是上场可能会因为一些心情因素之类的影响之类的，我不知道，一定会啊，不管做什么事都是这样，你私底下练很久，平常就觉得我上去表现一定可以很好，毕竟我已经练习了好久，可是上场又是另外一回事，真的，我还是觉得我们会赢，好不好？台湾 number one， 台湾 number one。等一下，如果我赢的话，就去买炸鸡啤酒来配，庆祝一下。30年前羽球比赛可是打到天昏地暗，天昏地暗是怎样？就打很久的意思吗？我选网球是真的想练，但你为什么退选？现在比赛规则算是简化，所以以前的羽球比赛规则很繁复，就对了。其实繁复也是有它的道理，就是增加它的门槛，让那些，哎呦，这是界内吗？刚刚是界内，为什么看到球飞到那个白线外了？是我错觉吗？哦，换那个换角度打了，现在我们变成。靠近萤幕这一方，5-5，但我觉得我一个外行人来看，他们两个真的很就是怎么讲，没有那种谁比较弱或谁比较强的那种感觉，就是两个都很强的感觉，还是因为我不会打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很厉害。所以分数才会一直这样子拉锯战啊，可能你领先，等一下过了几回合之后又是他领先这样。这是界外吧？有点像界外的感觉。对，现场判定是界内。界内哦，界内耶，我们得分。哈哈哈哈哈！有机会沾到线。对，没有挑战成功，界外，对不起，是界外。好，你继续。网球场比较大，土地的价钱差别就出现了，而且网球本来就能在室内打相对奢侈，羽球是只能在室啊，因为球比较轻，可能会受风吹影响，对不对？原来如此，原来在室内打那个哦，因为可能是有在建筑物，不是在。如果是室外的话，纯粹土地上建这个网球场；可是，在室内的话，是在土地上又在这个建筑物里面建，所以比较贵，对不对？你是这个意思吗？6-6，目前。OK， 家里天天都有人在，几乎很少叫外面。不过，其实年轻人还是要有自己的存款，一定多少都要有存款。所以，如果你有做外送的话，还是可以存一点钱。不是说亚洲人观念就是要存钱，就是存钱这件事情会帮助自己很多事情，有时候突发状况干嘛的，你需要用到钱，你才不会为了那个钱要求老半天，真的。所以可以看到多少都要存一点。重心被破坏掉之后的下一板回位，很速度真的很快，就是这一颗，它即便被掉到。我想打网球是想打出黑洞，你这你这是中二模式吗？米加勒，米加勒是像中二模式，我怎么发现每次米加勒那个。状态都不一样，有时候是游戏模式，有时候是中二模式，有时候是吃坏模式。你还是吹一下中国选手，好厉害哦，小红，
这个红衣服他叫什么名字？雨飞吗？雨飞，雨飞很，他是真的很厉害，我没有在吹他哎、欸。其实这也不是吹，这是真的在称，发自内心称赞他。他真的蛮厉害的。掌握球的落点，我觉得他越打越稳。使用次数虽然不是很多，但是这一次。古早味说，而且网球的网柱比较重，相较羽球比较难在室内场地做复合式规划。网球网柱比较重哦，为什么呢？是我只知道羽球的网柱它都是落在地板上，就是那种它可以收纳的。可是网球的是不是收纳的？它是直接就是根深在地板里面。是吗？我只看过一次，就是我们学校的网球场，就这样。而且花其他网球场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样子，比较可惜。小戴的打法技术程度要求很高哦，这是真的哦，是哦。你说他打的方法比较危险，成功率低，但是很致命这样子吗？我觉得好像是，如果是这样看来的话，是有这么一点哎、欸。我觉得他都不是想要打稳球的那种，就是可能想要做一点小变化吗？或是不知道，可能有这么一回事。可是这分数，他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小戴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他需要休息一下，我又好担心哦，怎么办？怎么办？我平常不看运动赛事，被你们搞的，我现在看的也会紧张哎，怎么会这样？哎呦！对啊，会紧张哎、欸！这是什么？界内球吧？好，可以，可以，可以，太棒了！我们小戴好漂亮又好帅。前场的勾对角，最后也让陈宇飞没有办法。他真的会让人家弯掉，不行。是双面刃，我想是的。但是他有可能一直练习的状态，他可能自己试一下练习，就是一直以这种。状态为优先吧。有些人应该是求打稳球，或是只进攻不防守，或只要求防守做得好，不太进攻。可能他自己习惯是那样子，所以判断的也很精准。让球深入在开始要追回来了，可以的，可以的。我是写退休哦，我以为你是退休，我想说退哎，我要退选退选哦，我看着退选，看到那个课程后面加退学，我可能把它看成退选 ，sorry， 建谷说以前是发球局才有得分，那也太难了吧？你发球局得分，那你其他局不算，那这样为什么要努力打嘞？你为什么要努力，对不对？照这样讲的话，这样谁要努力啊？解痛加强定。先说网球现在四大公开赛也是打到天昏地暗啊，要打好几场，是不是也是因为解那个规则的关系？规则太繁杂了，或是什么要求比较高？大家现在都跑去看节目了，不是看节目，看比赛了。一直都在啊，闲时没念到留言而已，没关系，但是没关系。对，我想跟你说，新粉丝们进来这个直播间里面，基本上我的留言都会延迟，就是我会想要把所有的留言都念完，所以可能会造成留言没有办法及时被念到的状况。如果你们有耐心的话，可以等大概十几分钟，就会等到我回到你的留言，但是要有耐心。没耐心没关系，我可以理解，毕竟这是我的锅嘛，对不对？我的锅，我要还债还完。好。有时候钱就是来救你的命，对，会像你这句话讲的非常的漂亮。有时候钱就是拿来救命的，没有钱救不了命，真的，这么现实的问题就是挂在那儿。古早味说，网球的网柱通常是不会特别去拔起来一走，而且网子也比较厚重，对啊，感觉网球那个球被打到这么痛，那个网子一定要更坚固啊，对，不然一下就被刺穿了。我看那个羽球的网子真的很轻薄哎、欸，就是感觉一下就会断掉的那种。以前羽球场的网子我们都会玩，所以。
他的切球都压在线上，出界几率很高，但是要判断球到底会不会出界，对方压力很大。这很帅啊，他肯突破自我嘛，玩这种就是玩这种危险的玩法，我相信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我欣赏这样子的人。我不喜欢一成不变的打保守牌，我是说如果作为运动员的话，有些野心是真的蛮亮丽的，在成绩上会亮丽，但有时候也可能会让自己陷入窘境里面。所以我真的蛮欣赏这种人的啦，肯冒险齁，肯冒险。人生就是这样嘛，人生苦短嘛，该把该做的事情做一做，你想做的事情做一做，那为什么要活得这么平淡无奇呢？继续看留言。羽球步伐重心没有被骗走，都还有得打，手法是技术手感的问题。你真的去，你要不要去做球评啊？你这个球评绝对不止佳作，你绝对可以改名为什么优啊，不用优选，特选好不好？优选还是低于特选，你就打改成特选，然后做球评，那个文章的球评怎么样？不是球那个编辑啊，可以吧？棒吧？我觉得你讲特别好，特别好，给你嘉奖一下。就出手，所以让菲菲这边来不及回应。网球好像是男子五盘，女子三盘决胜负，是不是因为体力的关系？打五盘也很累啊，男生我相信应该也受不了，但是绝对平常需要用运动来维持自己的肌肉量，不然你绝对休息一下你就爆了。当球评给保龄球打，就你在那边垒，就你在那边。就你在雷，9:16嘞，9:16了。我现在今天是9点下播，对不对？好，现在几分比几分？我们看完这一场就下播，先做完该做的事嘛。爱台语，相信大家现在在看比赛没办法看爱台语，看台语教室念榜跟什么，跟可爱三连拍，还有黑流星的生日快乐。今天比较早，今天比较早，所以黑流星应该不会这么早睡。看看，好球一样是抓到了崔宇飞的当球，我有在打羽球哦，原来如此，是老师的部分哦。原来是运动员吗？佳作，我以为你是那种文书那个文人，不是武人，这算武吗？好像也不算，对不对？运动人，好，运动人。是不是感觉像有点来想来一点东西配着吃，才有那种热血的感觉？好像应该要，对不对？哇，接球底线出界啊！现在留言已经没了，我好像可是那个早期的留言真的就被洗掉了，不见了。这个时候打一个长球，看看哦，是好的，但比较可惜。对啊，留言现在是在哪里啊？我看看哦。对啊，不。一去不复返的留言，好有鼻子，太紧张。你是说我们的小戴太紧张吗？哦，我们现在一起看，我好像有一种完成一件事情，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觉。如果他们这次小戴拿下这场比赛的话，是不是又再加开一场比赛？对不对？加开一场比赛。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OK 啊，现在拉平了吗？我看小戴打比赛很考验心脏，我想也是，你会为他非常感到战战兢兢吧？就是这球怎么办？他怎么又那么危险的打法之类的？但这也是他迷人之处吧？我相信。会弯掉，怎么会这样？好球！
我觉得这一个呢，前一版其实有调动到陈雨菲，最后虽然他有回味，但是小戴这一颗的选择是杀向了剑身，所以也让他这边是没有注意到。陈雨菲只能用闪身的方式来回击，这么完掉被挤压到之后是出现了失误。嘿，对，就要再打一局。哎，烂弟你也在，烂弟，你们现在是不是挂着直播看表演？看比赛？我是想要讲表演，你到底是多爱表演啊？怎么会这样？我要稍微醒了，我现在到下播，就是开始看比赛那阵子开始醒了，是不是醒有点晚啊？不然我刚刚真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欸。开机的时候千万不要跟我讲话。周家湾还在吗？周家湾。周家湾，哎，周家，你要不要取一个新的绰号叫弯弯啊？不行，弯弯是一个作家，哎，叫外婆，叫什么好呢？你们想一下，弯蛋塔今天在吗？蛋塔今天没有来，蛋塔是不是在忙啊？今天榴莲来啊？不是榴莲，榴莲蛋，我把榴莲跟蛋塔搞混。那个蛋塔，对，今天洛璃来了，蛋塔还没来。这个加速球切杀的处理，你们两个总是同时出现的，我都忍不住想要怀疑你们是不是同一个人，或是好朋友之类的。小戴不要因为救球伤到自己，前几场也是好几次的扑救，只是让他。哎，弟弟，谢谢弟弟的玫瑰。打三局，对，感觉是哦。希望可以打到第三局。也对自己的腿信心还中了十，哇塞，你欧，你太欧了吧！加油啊，小戴！三朵玫瑰，然后中两个，太哦，太厉害哦，太欧了。小戴打法同一个动作很难判断是要打长打短，打快还是打慢。可能也会想要。谢谢柠檬儿的玫瑰，那也太厉害了吧！有些人可以从动作判断他要打长打短哎、欸。这很好啊，这是好事吧，这个是值得称赞的佳作。滑拍勾对，滑拍是什么意思？滑拍这是太专业了，这个是你的领域。大家都在看比赛，周家湾也在看比赛。帮他取个名字好了啦，叫什么来着？哎呦，嘉阳来了，嘉阳晚安，今天比较晚哦。什么来着？那个湾啊，湾有什么？叫台湾之光周家湾怎么样？台湾第一萝莉周家湾，哎、欸，这很棒哎、欸、！Hello， 嘉义，台湾第一萝莉周家湾，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二期研究生周家湾，弯弯。周家湾，昨天那个德国的前桌球球王低蹲发球，同一个姿势能打四种发球也很强，还是这个是打羽球的必备打球的必备技术啊，就是七敌吧，七敌也算是一种战术啊。嗯，不要让对手看得出来你要打什么球，这个好像也是他们要练习的点之一，是不是？还是其实有些人是直接给你知道我要打什么球？对，我这样看他们那个单打的线好窄哎、欸，就是很啊界外了，这界外了吧？界内，现在陈雨菲要提出挑战。界内，压制效果蛮好的，但要看看有没有在界内。我刚刚看好界外的感觉，对不起。啊，那线上吗？啊，是界内，耶！界内。挑战可以用几次啊？挑战可以用两次、三次，对不对？办法判断。所以要慎选哎、欸，真的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挑战哎、欸。周家听起来像哪个海湾？对耶，那叫做什么湾？澎湖湾、周家湾，一个湾叫周家湾，在台湾的中部。中部有周家湾，北部有翁同湾，南部有郑鱼湾。郑鱼湾，郑鱼湾是什么东西啊？有没有猎奇的？周家湾就
够好笑了，正余湾更好笑，中部中嘉湾啊，不错吧？可以转达这个讯息说，他如果不在直播间里面，可以跟他说中部有中嘉湾。巡洋板施工，快结束了这一场。啊！控制的非常的精准，好碎哦！他刚是在压线上，对不对？预期小戴会挤到，但没想到小戴有注意到，反而把落点打得更开。他这球好快哦！而且真的非常冷静，在好漂亮的一球，他刚好借在那个转角九十度转角的中间呢，好漂亮哦这球！小球可惜了，没有关系，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现在看他好倒，他们分数好近哦，他们分数好近哦，因为对手也很强的关系，我都觉得很难去看那个情势预判，你知道吗？好，原来是萝莉吗？不然嘞，不然小辣椒吗？台湾第一小辣椒，不要啦，让他当让他十八岁以前还可以当萝莉，十八岁以后再取一个新名字就好了，对不对？台湾第一萝莉周嘉文，所以他回过来的速度是很快的。周嘉，周嘉旁边的小湾的那个溪嘛，旁边的湾叫周嘉湾，不错吧？很棒吧？小戴的话能逼他反手，太好了！哇塞，这样算硬哦，压在那个有压在白色线上就算硬。因为挑战成功之后，是小戴拿下这一分，比分来到了20-18，二十比十八，再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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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戴的话能逼他反手对拉，就还蛮好赢的。他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很执着把球打在同一个地方。哦哟，西恩也是运动人哦，也是打羽球出身，是不是？稍微短了。哇，很可惜啊！这球是边线落在界外，对，界外。好，现在应该全台湾都在紧张，我觉得是哎。看我们 TP 这么多人在看这个赛事，我就觉得应该是烧到全台湾，不是只有烧到 TP 而已。熊湾，熊湾太好听了啦，要难听一点。就那个郑鱼湾，对不对？郑鱼湾超好笑的、啊。周家湾是要去哪里踩点？去台中啊，台中他家门口才点啊，他家门口就有一个湾嘛，对不对？我家门前有条湾，他的名字叫周家湾，哎，他名字叫周，哎，名字叫周家湾，对，这样字数才合。恩啊，可以打对角破坏对手平衡的球，他都也都打在，谢谢。阳光小鼓励 ，yes。耶、yeah! ！我们拿下这一局了，大家，我们第三局可以看好了。我决定一件事情，我要来先爱台语时间哦。他很多失分都是压线失败，但是对啦，是真的啦，这真的是很危险的球。我看他这一场真的就蛮稳，几乎都是在界内的球头，只要碰到线啊、哦，都是。世界级的机器，因为昨天的对手高大，冲出路线很消耗体力，真的耶，真的。昨天的对手是不是是哪一国人啊？抓到第二局 ，Yes，Everybody， 小千呐、啊，小千你偷偷进来，你刚刚是不是偷偷出去看直播，怕被我影响？彤彤，拜托别再吹，拜托，我刚刚是为了我们的胜利而怒吼，好不好？我们现在来爱台语时间，好不好？爱台语时间。今天教一些什么？教一些新鲜的东西，好不好？教一些新鲜的。哎、欸，是哪一面？我家门前有条湾，名字是周家湾。湾前门前，湾前前湾，周家湾前面有只熊，叫做郑鱼湾。家湾里有条河，河里有只鱼。什么？我就不知道自己唱的。哎、欸，我笔呢？哎呀，在这边呢。好，今天来爱台语时间。
台语时间怎么写？得我一。来一下，等一下。Hello， 好，爱台语时间来喽！来 ，everybody， 我们的。台语小教室也来咯，台语小教室。今天我们台语小教室要教些什么呢？欸，我们今天没有要跟着运动赛事一起，但我要教你们一些很新鲜很新颖的词，以后你们就可以在 reset 公演上用到。那是什么呢？那是这个周家湾。你们会想说为什么要教周家湾呢？因为这样之后你们在 reset 公演上应援周家湾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大喊这个叫什么周家湾，周家湾的台语叫周家湾。你们 reset 在喊 call 的时候可以一二三，周家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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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是爱台语上面没有的，我教你们全新的字全新的词，我们来造句一下。今天我去 reset 公演，我看到我的 idol， 伊的名叫周家，叫周家湾。于是我甲我的朋友一同，在公演上大声讲话，讲周家湾，你是我的 idol， 我爱你，周家湾。谢谢。知道怎么用了吧？我教你们啊，到时候大家在 reset 公演上看到会非常的感动，想说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的爱我。啊，好，外婆的周，哎，对对，弟弟这个好，外婆的周家湾。来唱一首外婆的周家湾，就是这个可以当成那个韩榜曲了吧，外婆的。外婆的澎湖湾，哈，应该有这首歌。我到底听了什么？听了你们的 idol 周家湾。谢谢慧香的眼睛，今天张总。或关闭屏幕时，都能给你保护。看看你们留了什么。超棒功能。决胜局开始了，是不是？印度的选手，哦，难怪那个体力一定会有差，对吧？对不对？探索即将让你不断重播。昨天对手是拿到铜牌的印度选手新度，哦，这好像有上新闻，我有看到。之前移动的灵活速度是罩门，为了奥运还特别减重。哇，这个很敬业，这一定要的，这一定要的。奥运只是哇，这音乐有点好听呢。怎么会这样子？明明不是我在打，可是为什么我手好抖？因为你在为他紧张。这个是台湾的初赛机会，这大家都在紧张。我刚才也是看了好紧张，我怎么会这样子？小戴很灵活，但师傅较多。嗯，没关系，我们就默默要祈祷，我们能做的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相信他赛后应该也会回去看自己比赛的过程嘛，对不对？就会看。当初，哎呦，这首歌有这么好听吗？我拄着杖，向我说轻轻，不会唱。踩着薄暮走下余晖，暖暖的澎湖湾。
一颗脚印是刀啊，一盏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周家湾，外婆的周家湾。周家安不喜欢今天的台啊，不在里面啊，他不会知道这件事。如果你们不告状，他是不会知道的，好不好？我之后公演就举周家湾，要是被瞪就是你的锅。那我没办法，我只负责把周家湾的台语交给你们，没有说你们一定要这么做啊，对不对？你们还是有自由意识的，主播只是提供方法给你们而已。 OK， 那是安安挥手掌将翁的嘴打了，那舍不得嘞，拜托，我们是两心一体，好不好？两心一体，一心一体，两心一体，两心，因为毕竟我们俩长那么像，不算是两心，所以是一心、嗯、一心一体才对。好，一心一体好像比较适合。是任贤齐的，难怪这么好听。我想说这首歌原本有这么好听吗？ OK， 我们现在开始念吧。现在还在播吗？没有，他在哦，开始嘞，开始嘞，怎么办？我们现在还要喊榜吗？喊一下好了，喊一下。还敢甩锅啊？邱家威舍不得，并没有，他才不是你们想象中那种坏妹妹呢，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也没有到刀子嘴，他就只是讲话比较直接而已。酒坛呐，是啥啦？酒坛呐，酒坛呐，坛呐，坛呐，好熟悉。坛呐是熊吗？坛呐，好熟。酒家湾，我们来念榜好了。我觉得先趁他比赛进到非常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来念榜一下。今天是几？那今天三十名好不好？今天把三十名都念。哇，今天皮尤我也是第一名哎，好吓人哦！所以优喜到底是谁啊？优喜是周家湾吧？优喜还是不是我？如果不是的话，那我真的太失礼，我一定要跟你道歉一下。嗯，周家湾这首歌来唱会不会太平淡了一点？我用快板好不好？等一下哦，播放速度 1.5 倍，可以吧？这速度其实好像不错哎，比当初慢好听感觉。第三十名是浪客3681964，今天是第一次来我直播间。第29名是陈恩，今天非常早来，是不是因为今天是礼拜天的关系？第28名是新面孔王彤彤，好像是女孩子，但一下就不见了。第27名是竹竹的飞宝宝，他进来一下又不见，就像风一般。第26名是很久不见的西安，今天跟我说了非常多的话，最近忙什么都没有好好的问问你。第25名是非常韩剧的欧乐 B， 死不开其他的小账号进来。第24名是烂弟弟，现在跟我一起看运动的直播赛。第23名是失业自怎么自闭兔吗？为什么要叫自闭兔？如果自闭来我直播间跟我聊聊天，说不定会让你开心一点，希望可以帮到你。第22名是乐啊乐，乐乐现在看直播不跟我说话，他也没有办法一心二用，所以直播时间不要读书，因为我会和你心不在焉。第21名是安沙嘎拉卡，这个叫安沙嘎拉卡是谁？我猜是周家湾，这个一定是周家湾，对不对？还是谁 ？AKA 低配补宝姐，谁呀、啊？这个是第一次进来，对不对？好，很高兴认识你，安沙嘎拉卡。第20名是玉安，玉
安好像很久没有跟我说话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这几次直播都没有跟你对到话。第十九名是慧香，非常忙碌跑外送，满头大汗回来看直播，真的辛苦你了。哎，怎么那么快？居然结束了，好平淡的一首歌哦，怎么会这样？现在才念到第十九名。是新朋友小熊熊，是什么让你进来这个直播间？今天我非常收敛，平常是别的样子，可能会吓到你，所以先跟你说一下。第十七名是今天很早的建谷，他非常低调，不希望我念到他名字。第十六名是佳作，今天讲到羽球，他就像非常热情的教练，一直说。第十五名是米卡，米卡，我是想要周家文怎么办？米卡喽，今天破坏自己的形象，说自己不是会抽哦，你说你会说脏话，让我真的刷新三观，因为我觉得你是模范生的典范。第十四名是吉米粥，也是好久看到你一次，随时欢迎你进来炸炸耳朵。第十三名依旧是，哎，为什么洛瑞一笑？你怎么又在榜上？洛瑞哦，你两只都叫洛瑞一笑笑，怎么不是 OB？第十二名是花儿生，花生最近也是都很默默的出现一下，进来一下，应该还在里面。以我对你了解，不会跟到直播完结。第十一名是小芊芊，什么时候换你去打棒球比赛当职业选手？第十名是杨公公，也是个含蓄的直播粉丝，是郭同勋的粉丝才对。第九名是弟弟，现在也跑去看直播，没办法跟我聊天。第八名是柠檬儿，今天非常的含蓄不说话，我今天看到很多都藏在水底不讲话的粉丝们，虽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还是要嘴一下。第三次了，我才念完十，这首歌只够我念十个人，看看。哦，好热，天哪，我的鼻子好痒哦。最近天气有点阴晴不定的，所以台湾人的鼻子开始不舒服了。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刚刚念到第七名是钟颖，钟颖也是好久不见，最近在忙什么？都要定时问问候你们这些粉丝。第六名是今天还没有帮你唱寿星歌的黑流星，他是七月最后一天生日的宝宝，七月二十九号迟来的祝福送给你。第五名是布阿伟，傅伟最近都没有忙，你怎么回事？因为今天假日，平常晚上直播傅伟不说话，我都会觉得寂寞好冷。第四名是晴天呐，晴天一如既往的撩我，说到我六十岁哦，不，这是傅伟讲的，但是你的意思跟他一样，我非常惊讶，你居然喜欢老太婆的我。第三名是这首歌的主人周家湾，我们等到直播再唱，他的名字才符合他的形象。周家湾啊，周家湾，外婆的周家湾。第二名是疑似周家湾的小账号叫优喜，看起来哎，好像是他本人没错，你应该要换账号的，不然会被发现。最后第一名是我们的洛璃，说要取啤酒马上换名字，非常高效率的洛璃还是一样的害羞不说话，总是躲在水里里面不说话，所以我决定要送你一首歌，是今天的礼物。OK， 今天的礼物是什么呢？
哎、欸，我念榜念了快十分钟，对不对？我怎么可以讲这么多话连续十分钟呢？这实在是太不科学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先送洛璃一首歌，等一下可爱三连拍完，再帮黑柳星唱生日快乐歌。好，我们帮洛璃唱一首专门的歌。哦，天哪，大哥，大哥好不舒服哦，好痒，这首歌送给你。洛璃，这首歌送给你，我希望你不会觉得很傻眼。天涯明月刀，传奇少林。我要找有歌词。天下武功出少林。哎，我没有要搞笑哦，我送你们这首歌，通常都是有这个意思的，不是要特意为了搞笑而搞笑。这条歌送给你，送给你。碧如落来，碧如落来，那是你的歌。花落来之，花落梨之。对不起，我觉得好好笑哦，真的有点北韩，真的很好笑哎。明明是那么好听的歌，结果落梨之可以。花那离去，虽然去。过来啊，又无更新，更新也难逃。虽然放弃，过去已经无同意。我理在我心里，为着心意。叫花若梨枝的台语叫灰落来枝哦，好，没问题，谢谢，谢谢落来的舞台公演，这首歌是专属你的歌，以后看到在路上听到江蕙的花若梨枝，要想到洛璃，谢谢，不是，哎、欸，真的很难唱，他那个台语用繁体中文翻，我真的是看拢看无，你知无？还以为要业配手游，业配那个吗？天涯明月刀，我要当丐帮。哦，不要了，不要调侃了，不要调侃了。如果打嗝就是憋气数秒。70岁的我会爱上60岁的你呀、啊！别傻了，嘻嘻，不是啊，70岁的男人都喜欢年轻的妹，你那时候哪看得上60岁的我？冲滴滴，来，
来的香港粉丝，那时候就跟过一两次直播的，辛苦我，对不起，我今天小熊熊，我必须跟你说，我今天还素颜，然后还这么失态，我的天哪，完全就是破坏你们在我在你们心中的形象。但你现在认识我了，小熊熊，很高兴认识你，你是女粉丝对吧？对，你是女粉丝。我完全在破坏自己的形象哎、欸！哦，谢谢你，谢谢你不离不弃，谢谢，我会永远感谢你的。Oh my god! Oh my god! 哦、oh, ，明明可以唱得好听，偏偏要走谐星路啊！我就跨模跨模啊！我看不懂台语咩？你确定这么念吗？我确定，因为这首歌是跟洛梨有关的，所以它必须是洛来，不是花哪里鸡，不是，那是错的。那个，先来改正一下你们对台语的认知，好不好？我们要教一下国外的朋友怎么念正确的台语。子红老师听到会觉得，这那时候的，哎、欸，对耶，子红老师好久没进来了，他已经不见了，他真的是走了，你知道他不见了，是洛不是洛啦，笑死！不然你告诉我哪一首跟洛梨有关的歌，也只有这首歌啦，对不对？而且还这么好听，我一定要送给我们的洛梨，对不对？我看如果我榜一会不会就不会，你如果讲了就不会，我会给你一首很有诚意的歌。然后我们现在来可爱三连拍，素颜可爱三连拍。我现在其实有点不太习惯，我之前会擦那个嘛，擦气垫粉饼才会上来，可是我现在一不擦我就觉得好奇怪，就是浑身不对劲，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应该要回归以前很白的那个时候？好，我们现在来可爱三连拍，今天要拍什么呢？今天拍一个很丑的照片，好不好？很丑的照片，还是我们要为哎、欸、比赛结束没？比赛结束没？17-14还没结束，好，没关系，我们来台湾 number one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可爱三连拍，很丑的三连拍跟台湾 number one 三连拍 ，OK， 一。Number one 怎么比 ？Number one， 那打羽球，打羽球好不好？打羽球可以，打羽球，他是这样嘛？他是这样子，我们要学小戴，小戴精神。然后二、三，好，可爱三连拍，这个是 Number one 啊 ，Number one，Number one， 好 ，Number one。永远的离开我们，哎、欸，不行这样子，柠檬哎、欸，我们不能这样子，人家搞不好身体健康，你把人家讲好像你走了一样。第一张好可爱，我也这么觉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佳作说，我到底看到了什么？你看到台湾 number one， 谢谢谢谢亚素亚素 ，Hazaki Hazayo， 我到底截了什么？截了精华，这个直播的精华，好不好？代表说我们今天可以得第一名的祝福，叫我不要臭台湾嘛。我是那个小仙说叫我不要夸台湾，那我就用这个丑的表情来祝福台湾，可以吧？可以。好，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7月29号，虽然已经过了，因为我直播改时间嘛。7月29号的黑流星生日，所以我们要祝他生日快乐。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去拿。哦，好热哎、欸，真的好热。嘿，是赶快的啦！现在是9-14，是不是？现在19。我看到我的电视在播哎、欸，就是电视在客厅，我现在在书房。来看一下。来，我们今天要准备唱生日快乐歌，请大家祝福。哎，我先来说一下哦，这边如果有粉丝上次没有跟我说你的生日是什么的时候，你希望我为你唱生日快乐歌，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千万不要告诉我每天都生日，拜托，那样子的话，我在每次生日快乐歌我就唱生日快乐就好啦，每次直播结尾就唱生日快乐歌当结尾，很棒吧，对不对 ？OK。牙素哦，牙素你还没讲对不对？我看看，早就过了6天，自闭图你有没有告诉我？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吼，你们啊，你们都不告诉我，你们不告诉我，不要怪我哎、欸，我连成员的生日都记不住了。
米迦勒说吧，米迦勒上次有讲吗？你最好是啦，米迦勒，你又要骗我，我刚才也写上去，吓死我了。亚素，你真的叫亚素吗？你是本人叫亚素吗？家作是。你不是，你们都说那种啊、哦，我跟哪个成员同一天生日，不然就是啊、哦，我在某一天什么，反正讲一个很抽象，我没办法直觉反应下来的日期，那我怎么看？我留言这么多这么满，我那个我再找的话，我实在是会忘记谁是谁的。你们直接跟我讲几号，我这个小脑袋记不住，好，我脑袋没有这么好，希望你们可以体谅我的小脑袋。明天八月二号是小，对，这个我知道，小晴他们有庆祝了。不重要，没关系。自闭兔，我跟你说，我们可以补办，我们可以补办生日，我们可以补办生日。不要难过，不要难过。相信一定有很多粉丝是被我忽略的，那我很抱歉，我很抱歉。小熊熊说九月二号，好的，九月，哎，不就是最近的事情，在一个月后，你可以，哎，九月二号我开播吗？我看，如果我是照常礼拜三照常礼拜三开播，这样的话是九月一号，九月二号要看那天有没有事情。如果没有的话，我会播那天；但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播其他天，还是可以照常唱生日快乐歌。九月二号，今天刚好播三个小时。其实我是播两个小时，我每次都会延迟，不知道为什么。天哪，同一个梗还能差点被骗到一次，我就说嘛，我没办法当下直觉反应，哎，真的是，我真的是被自己气死了。专家啊，你是因为专气压素的关系，是不是？柠檬，我记得我写你的啊，你们有讲的我都写啊，如果没有写的话，那我该打。28号，但是你说。不关时间，认真吗？好酒好料理，今一起在家的你，买苏格登输了。波波可以挑战林一前辈的8小时直播记录，我应该会先睡着吧？在8小时内，我应该是需要睡眠的。如果你们不介意看到我的睡眼的话，好，我们不要看这个，我们不要看这个会难过。我们来唱个生日快乐歌。虽然可能会千篇一律，非常的疲，就是迟早会唱到疲乏。我说你们听到会觉得怎么都是一样的生日快乐歌，但这是 for 个人的，所以希望你们还能理解。等我一下，哎呦，新麦早啊！你走我就打你屁股。哦，收到啊哦。欸，我的手会臭回答呢。来，我们准备唱歌。我只打了一盏灯在我面前。我现在找到一个正常版的。生日快乐，黑流星，生日快乐，黑流星，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黑流星生日快乐。虽然你已经老了1岁，但是你还是黑流星。祝你生日快乐，祝流星生日快乐，祝流星生日快乐。哦，你还是哦流星。看，正常多了吧？订阅，哎，上次真的是很抱歉，上次那个真的是太低，谁太嗨了一点点。谢谢谢谢，虽然你是7月29号，但是没有差几天，应该还可以吧。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black black.
照惯例的让我们的黑柔星许愿，你可以许三个愿望，其实可以不用讲出来没关系，你就是许完告诉我帮你带吹蜡烛，然后过完你这次的生日 OK。 哎呦，我这小孩都要吹他洗了，他都要洗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同一个道具，哎，我们要环保，把它用完。毕竟我家的蜡烛应该只有这个，不然我没有水手哦。你们可以 OK， 手电筒也是可以，就是这样照着里面来。生日快乐！如果可以的话，之后可以买七彩的，七彩的，然后看你们要什么颜色，这样也 OK 啊。你又光明会阿树，不是我不管拿什么蜡烛，你们都会说光明会，那我为什么不用同一个蜡烛，对不对？好吧，黑柔星，你可以许愿了哟。许完告诉我，帮你吹，这样就有吃蛋糕的感觉。嗯，失业自闭兔没关系，你也有啦。失业自闭兔，你不要笑别人，你也有啦，你有光明会的灯啦，好不好？弟弟走去哪里？弟弟，来，哎，单细胞好久不见了。黑柔星，你的灯，你的光明灯，我等你说好，我再把它吹熄。帮你点一盏光明灯，光明会会有灯，这样搞得好像什么法会一样哎。第一，大家身体健康；第二，祝你们八月演出成功。谢谢，你可以为自己许一点愿。其实刚刚去看直播表，哟，弟弟，我再来两次直播啦，你可能要，可能啊，对，你们现在暑假还好，可是之后可能就比较难，对不对？这是露营晚会，我跟你讲，小梁，这叫说话艺术。露营会点的灯，这个才好。讲什么光明会，好像我在做法一样，好像我在做法。小梁比较会说话，好不好？第三，就点点点，可以吹好。哎，吹不熄耶，代表我们的黑柔星生生不息。耶、yeah ！谢谢我们黑柔星，我们黑柔星又老了一岁啦。他黑柔星应该可以算是我们的直播间的长老，长老般的存在了。我说长老是年纪的啊，资历啊，应该也算长老了吧，对不对？好，我们恭喜我们长老，希望你可以富贵满堂哈，然后子孙满堂。谢谢，我去开灯，有点暗，等我一下。富贵满堂，富贵满堂，哇！不用兴奋哈，接下来换你啦，米嘉乐，你的生日也差不多啦，我都稍微有记一下。OK， 好，那我们就先不讲羽球的事情。嗯，这个有一点，哇，吓死我了 ！Vivo S90 全新上市，吓死我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好好好，我今天陪了大家三个小时嘛，我今天播三，对，十点。我要下播了，下次直播时间好像是礼拜三跟礼拜五，不记得了，可能你们看一下直播表，有机会三日当天直播，可以，没问题。我跟你说，接下来因为现在疫情趋缓，所以行程稍微满一点。假设呢，如果因为我这边有你们的生日时间嘛，假设我没有在当天直播的话，基本上应该就是很忙，或是那天刚好时间打到，我没有办法直播，所以请你们见谅，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陪我到现在，然后跟我一起看完奥运，把我解释了这么多，很感谢你们。等一下我要继续看奥运，吃鸡块，吃鸡腿，加啤酒。谢谢大家，没关系，不用难过，不用难过，不用难过，因为他已经尽力了，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哭啊哭啊，好哦，星期五会迟到，我先说，没关系，弟弟，你有来我就很感动，你不来我就会哭哭猫给你看。好，晚安 ，everybody， 我明天要蛮早起的，你们也早点睡。哎，今天礼拜六，不要因为礼拜六就晚睡，是吧？礼拜六，哎，礼拜天，是礼拜天的。Sorry, everybody. 晚安，晚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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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s 大拇指，你也太晚来了吧！拜拜，谢谢小熊，谢谢你喜欢我，谢谢你喜欢我看奥运。怪怪的，拜拜，大家拜拜，拜拜，啾啾，拜拜。